哈、啊，有命，大家一定爱成功哦！祝福大家，谢谢大家。也讲声的对吧？所以外国人的那求道回去，那虽然嘛是写咱汉文嘛，但是也用伊哦，伊那敢会晓英文，伊就出英文的声，互伊了解讲哦，这个是写什么？所以等于天顶拢袂叮当的对啊，你做啥物拢清清楚楚。我喺天顶啊，设想做做到的，啊，伊喺度安尼，迄字家己会浮声的对啊，你看到迄字就有声。所以后下等于啊，电文书各位真人，大家好，大家请坐。啊，不敢当。好、哦、啊，咱拄只第一节课，安尼讲的速度敢会伤紧？没齁、哦、没有听到。哦好。啊再来后学喔讲第二节课齁。啊对金门回来了后后学就去喔、哦、算正开始嘛回去台北。在台北办桌啊那个时阵阮有一个王讲师伊在开安亲班啊后学去遐斗三工。斗三工有一摆齁阮就带迄个国校啊三年。一年嘛有啦，一年三年，拢总有六个学生伊就讲要求道，啊，甲因讲，我就讲啊，明仔爱穿整齐服装，哦，穿学校制服，咱来求道，啊，大家乖乖，啊，学生大家算完了真心笑，伊就问啊，讲老师啊，求道是要拜什么？我就讲拜仙佛啊，他就开始问啊，仙佛长什么样子？哇！哦，仙佛长什么样子？其实咱讲的仙佛长什么样子，拢是咱想出来的。哦，正港的仙佛生出啥款，咱毋捌看过嘛，对不？咱看无。啊，所以迄个时阵想讲，哇，这囡仔太安尼，哇、哦，这个手、口齿这样啊伶俐的安尼吼。啊，就讲啊，只要你吼、哦，明仔乖乖的，你就会看到仙佛啊。哦，安尼来看到仙佛好。啊，过天刚因就讲好，安尼我要来看仙佛，啊，就六个就来。佛堂吼，啊，因为囡仔嘛，所以就无开示道义，就直接请单。啊，请单点文书，迄、那个请坛词啊，一念落吼。啊，念落了后，迄内底啊，因六个原本徛好啊，真整齐啊。内底其中有一个就讲：啊，老师，紧走哦，佛堂有鬼哦！哇，哈哈，听出来哇，一个出来，大家就拢走出来啊，拢哇，紧走，紧走，哇，走出来。走出来以后，跟王讲师就约出来啊！王讲师约到了，讲胡说啊！佛堂怎么会有鬼？佛堂太有鬼！有啊，老师你敢无看到？哦，迄一个几啊百只手、几啊百粒目睭的鬼在佛堂面顶。嗯，各位先生，您想这是什么？嗯，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嗯，咱请单一请落，伊就看到，迄囡仔看到了，阮其他拢戆戆。但是来对，我讲啊，这个就是仙佛啦，进来进来。但是我跟王讲师的底下讲，这胖来乱的款，这个囡仔无乖安尼啦吼，无乖。啊，过来，咱请坛了的爱跪读深情喔，啊，就跪来，啊，就开始哦，啊，就跪在三诶、什么明明上帝莲下，又升起三奇音韵，弥勒古佛。诶，六个另外一个，不是拄讲讲迄个哦，另外一个，伊就向阳比诶，比佛陀讲，诶。肥猪肥猪肥猪坐在佛陀面顶，哈哈哈哈哈！因为，嘿啊，哦，我着胡说胡说，嘿，哦，啊，结果求道了，阮三宝分开来讲嘛，伊面顶着和迄个可能大学生因还是社会人士，啊，老卡为因这种国小的讲，啊，传来阮川堂遐都有一张。弥勒戏白纸啊，那就是弥勒祖师啊，囡仔拢伫巴肚顶白有无？迄个啊，拄只迄个是这個，吼、哦，你看，阮佛堂无弥勒祖师像哦，干那楼卡有呢，啊，伊伫楼顶就先讲，吼、哦，讲都是这个，哦，这实在不可思议，哦，我啊，过来继续，迄伫板道的时阵啊，我就甲王讲师，咦、嗯欸，奇怪啊，因太看有，我开始问，这个嘛有，这个嘛有，这个嘛有，六个内底有五个拢讲伊有看到。啊，剩一个嘛，剩一个无，啊，就板刀板刷啊，板刷，我就带落来，带来就讲，哎、欸，啊，你一定是不恭敬啦，哦，不是你啦，吼、哦，你一定是不恭敬啦，要不然人家其他人都看得到，怎么你看不到？那太你无看到，刚刚你无看到，结果伊讲，
谁说的？我有看到，我看到的跟他们都不一样。因为我哪有看到，伊看到甲迄无共款。啊，阮就真心想问讲，啊，你到底看到啥？因为伊看到的拢对外口落来，拢对外口飞落来。因为伊看的迄、那个，对佛顶啊，佛顶造出来，伊讲迄佛顶愈来愈大，愈来愈大，愈啊，才一粒头对遐凸出来呢。啊，伊讲出来吼，哦，迄、那个作草的，哦，迄、那个作草，哦，就是我们老师啊，咱济公老师啊，讲迄个作草。啊，就啥？老师来了，伊讲正开始就四界行，四界行。我们咱这土耳啊，安怎的啦？还是讲心情郁卒的，伊就甲你灌酒啦，甲你创。其实咱拢唔知影，这囡仔讲，囡仔讲啊，我就问啊，讲啊，老师手有提啥无？伊讲有，又摕一个亏钱，但是迄吼亏钱，现在用迄个草稻草啊有无？哦，迄稻啊落拔起来迄种的，啪啪啪足大声，欸我有去找三宅印证过啊，伊讲确实咱老师的法器是起迄种，哦，迄蒲扇啊，迄种迄啪啪啪迄种啊，哦，安尼看起来这囡仔嘛无共骗的，哎呀，因六个拢有看到，哦，啊后来我甲王讲师甲讨论一下，讲啊是安怎因看有，啊做因波书还是看无，啊，哦，讲这应该是安怎咧，哦，神佛照着囡仔来甲咱讲这个道，确实是有啦，哦，咱讲有神佛。啊，这几年咱道场慢慢啊仙佛指教有哦，咱都无照巧。但是你讲无照巧，敢真正无仙佛？你看慢慢啊应景真济哦，咱咧有迄讲法会现场图有哦，最近有迄印尼的道亲画出来有哦，这确实是哦，咱这个殊胜吼、哦、不得了了吼、哦。啊，所以后下伫台北，我那搁伫遐做工课，做尾差不多半年，我还未挖一年啦。啊，未挖一年，因为咱算讲拢做迄种，唔是工作正职的迄种诶，唔是全职的迄种工课嘛。按进班迄可能就兼差一礼拜去几工啊，安尼。啊，但是咧，厝内底人可能唔是安尼想。你看咱时代，咱拢会安怎想？啊，即囡仔毕业，还是讲囡仔大学毕业，照你讲，着爱趁钱啊，爱饲家啊。啊，他有闲讲，哦啊，去台北啊，拢无提钱回来，阿妈唔知影你做啥，安尼啊，所以因都有淡薄啊反对啊，有淡薄啊反对，啊反对慢慢啊就变作压力啊，就讲啊叫校校一定爱回来咧，彰化这边啊校校就想讲安尼蛮好咧，无较早自高中出来拢无回去算彰化遮，安那无即阵回来彰化遮生存，安尼嘛是会使咧，所以校校呐对台北回来彰化，啊回来彰化的时阵校校就伫学堂遮甲咱。老师讲，我就讲啊，老师放心，我回来阮彰化啊，有遐这个心嘛是袂退啦。我回来遐适当，现在回来遐成为阮的亲戚朋友，安尼。但是吼、哦，有我你发现吼、哦，真来会甲师父讲这种话，大部分拢是准备要退。上好吼、哦，咱平常吼、哦，卖去甲师父讲哦，我就是一定要做啥，你先去做，再过来讲。你底下讲哦，打包票甲上阿尾啊，迄种立愿不了，无好。哦、你宁可你先去做偌济，才过来拄到问题无法度解决，才过来找老师讲。哦，安尼可能较圆满啦。你卖讲先画的，甲啥物啊？哎呦，迄规个拢安怎足够讲的，但是啊，就还慢做，安尼就无好哦。哎呦，啊，等来中华了，啊，就开始找工课。啊，拄啊，迄年算咱拿以台湾来讲，这项工业是世界第一名。就是脚踏车的工业，哦，自行车啦。这几年当然拢刷过大陆啊，但是后下到八十几年遐吼、哦，是咱台湾全世界第一名，哦啊，所以后下迄个时候想讲，哇，咱这都做这道应该够出团，所以后下就去找这种脚踏车的零件，哇、哦，就做这道。啊，这道当然，一做内损是真高，但是压力嘛真大，时间做工课。时间就真长，所以有的人吼、哦，当然咱无钱去赚钱，当然是好啦，对吧？但是你归心干那想钱就无好，安尼敢无了解？嘿，对吧？你互人看我呢，那明明是迄个钞票才有的面，就变作你，变作扑克脸啦。那就讲，那无利润的物件，你拢懒得去的，对吧？无报酬的物件，无都无啥想要去，就是讲咱的私心就变作足重的啦。哇！这种嫉妒心、嗔恨心，哦，大行弄出来。啊，所以正开始来道场，等下中华的时候，小学正开始嘛，你接引道场。但是慢慢啊，咱家己就会有一种
人讲压价的对，个咧压价吼，啊，就伫遐讲啊，佛堂点文书对我有意见啦，啊，我无适合遮啦，咱家己会家己找借口，你知道？会有借口，你要慢慢仔怎排接近？啊，排接近，游客就开始拢趁钱啊，早时啊六点出门，甲差不多暗时啊十一点回来，规工咧趁钱就对啊。啊，所以游客原来算退过道，哦，算讲游客捌伫道场真诚心，但是游客慢慢哦，因为着做工过，游客出去社会啊呢，虽然讲迄个心啊未断啦，咱嘛是讲道场有代志，我嘛是会断来啊，发挥可能嘛会断来，一两点钟看者就走啊安尼啊。但是这种诶，即讲修道办道，我感觉讲未过了。啊，就是讲迄个时阵，游客就变作即款诶人。啊，你想讲即款诶人？其实上天同款慈悲，是讲咱虽然无咧行道场吼，啊，照你讲，过来发生车祸，那遐严重的车祸吼，大部分拢倒去啊，拢倒去啊，啊，结果神父同款，因为哦，你较早修道办道安尼，我那有诚心，所以甲你拨转。啊，有遐离开道场差不多无甲三个月，就出车祸，出车祸，啊，迄摆车祸真严重，有遐早时啊。差不多七点半，迄天差不多七点半出门，啊，七点半出门，我拢行准到迄参花路，迄参花路，阮那边遐拢重划过的，吼，我那真大条啦，一台车会使行，但是两台要小心就较麻烦，哦，一台车会使行，啊，我拢行迄个水板，阮遐有一条水沟叫十三宝圳，我经过十三个庄吼，啊，就行迄条准到边的路。啊，阮遐有一个水板较悬，差不多20公尺悬。啊，后下啊，多摆啊对面顶撸落嘛，撸架撸落，撸落啊，当撸落对面嘛有一个少年囡仔，伊要安怎要爬起来，所以伊油门我那安怎吹甲，甲吹甲紧绷，啊，两只怎烧拢？哦，两只啊，多摆啊对啊，多摆安尼烧拢，弄落，后下人甲啊多摆啊怎正手柄这条水沟就安尼甲弄落，弄落人就摔落水沟内底去。摔落安尼，规个人就戆醒去啊！啊，戆醒去，他过应该是他几秒钟啊，尔啦，吼，无足久个，然后就搁精神啊，搁精神，我徛伫迄个路中，路中就看到迄个囡仔，甲小黑龙迄个囡仔，哦，我就足紧张个，就牵伊啊，倒摆徛啊，就吹来吹来吹来，啊，就紧走起啊，哦，肇事逃逸啦，吼，嘿，啊，过来，小黑就看，哎呀，伊太遐紧张，跟咱看，哎，水沟内底。我才看到水沟内底有一只阿多麦啊，阿多麦啊嘞，阿多麦佫缀一个人，迄个人吼，迄上半身啊，藏伫水内底，哦，倒叉就对啊啦，啊，两只脚伫水面顶，倒叉叉伫水内底。哎呦，看到伊呢，我就讲哇，啊，这个呢胖要死去啊，紧来甲救。啊，要来救的时候，才发现讲，哎，啊，这只阿多麦就我的嘞，啊，这个就我嘞，哈哈。那才发现着讲，家己就是伫水内底迄个人，啊，这什么意思？灵魂出窍，哦，这算客气啦，迄叫做要过身哦，要过身才才出来，这不是讲要灵魂出窍，加厉害个，迄是讲要过身才走出来，不是讲灵魂出窍，那灵魂出窍这阵就用出来啊，那要安尼我这阵就用出来，不是，迄是讲要过身，哦，迄从鬼口开安尼有啊，所以灵性先出来。咱遮毋知捌看过人过身无？过身真正毋是咱喘者喘者喘者，迄大部分都是灵性先出来，哦，灵魂已经出来。啊，后下迄个时阵看到家己伫遐，我才了解讲啊，拄正出车祸，我即阵要离开这个世界啊。我，哦，后摆咱若有这个机会看到这种的，就是讲看到家己疼啊，做歪起来，甲花歪起来，啊，你就知影讲我要走啊。哦，啊，所以毋只爱修道爱办道，咱即种修道办道，互咱了解讲哦，咱人。走去了后，还阁有一个世界伫咧。哦，这点后学即阵就是是安怎今日点万书会摆后学来，上主要嘛是甲各位在内讲即个，是讲唔是讲死了后虾米拢无啦？啊，后学死过一摆，所以我甲你讲死了后阁真济，阁有啦，阁有哦。啊，后学就看到安尼啊，我就迄，那个代想，迄，那个时阵吼，迄，有一种美术，咱即阵如放影机咁款安尼，一直放，一直放，哎，画面就一个一个一直来，一直来。啊，第一个画面是啥呢？后下伫台北，我已经佛堂，我要回来的时阵，甲老师、甲神父讲的话，我要回来，阮到遮设佛堂，我要回来遮度，阮遮的众生。后下的第一个就是愿啦、啊，愿啦、啊，愿力啊。所以有当时啊，确实是安尼。咱若拄到足危急的时阵，就是看你的业力较大，还是你的愿力较大。
你的愿力较大，你就继续安怎？继续了愿呐。啊，你若业力较大咧，你就还债啊，你就可能就一命呜呼啊，就归心去啊。啊，所以咱有修道无修道，确实有差伫遮啦。有的人破病病较正当，但是咧，伊就妄行妄行，行到啥物啊？行煞，赶快生软如棉啊！这嘛是一种情形。啊，有的咧，伊都破病出车祸，该死安怎？无死有哦，这种就是像后学者就是，因为伫道场有咧修有咧行，拄到的时阵，神父帮咱拨转一下安尼啦，都无遐严重。啊，后学就想讲啊，安尼这条弯我未了，我若转去，我嘛是这条弯无了，我嘛是爱阁落来啊。安尼假使讲我这阵卖转去，我对遮看有哈机会了弯无？我安尼想吼，咱求道的时阵啊，咱求道在座哪有人无求道？我这阵讲的你都唔知影。所以哪有法度等下才来求道，因为这件代志只有求道，只有点传书才会用来做。就是讲求道，咱点传书甲咱点的这点玄关窍，后下个灵性对倒位入来呢？对这点入来玄窟哦，对外口哦，安怎个雄雄？人讲灵魂安怎会飞天、会畅水过啊？会遁地？哎，确实，后下个怎灵性呢？落水入来玄窟，入来玄窟了。真疼，胸骨足疼啊！因为迄弄着阿妈棍啊，所以胸骨足疼。后下就想要爬起来，因为藏伫水内底啊，想要爬起来，一出力，这个灵魂佫走出来。咱只捌做过迄个生菜沙拉无？啊，生菜沙拉，咱煮个沙拉毋是迄沙拉甲加一空啊，怎安尼煮落有无？沙拉就走出来。后下迄个时阵就有这种感觉，我一出力袂输迄个人，就怎好生出来，怎飞出来？安尼了解吧，哦，就是讲，咱迄个灵魂怎对咱求道这点走出来以后，就讲我不爱啊，我出来就死去啊，我要搁回来啊，搁入来，搁试看卖，搁出力，搁走出来。等于讲，这个身躯吼，时间要差不多去啊，无法度再力啦。哎，所以后下怎搁入来了，我唔敢出力啦。你出力就搁走出来啊，所以我就不爱出力，我就用想的，想讲我要站起来，我要活下去。正讲那是讲。被挖歪挖的时阵，差别就是差的啥，叫做意志力啊！意志力，迄种意志力，被挖起来迄个意志力，有法度，我一定要挖起来，我一定要站起来。啊，讲嘛奇怪，安尼竟然嘛是有效呢。有法怎举起来，看到迄个光，就是头颅啊举叮当了对啊。我怎有看到迄水的光啊？啊，看到光了后，啊阿妈棍足疼啊！我规个人就搁晕去啊，搁昏去啊，啊昏去。差不多过30分钟，我那接啊，离我出车祸的所在有2公里远啊。我那接要出门，啊，伊怎对因兜出来，怎看到讲，啊，他有一个少年囡仔趴伫阿多巴啊面顶，哎，阿多巴啊噗，甲因兜怎停落来，我那接就想讲，哇，啊，这是安怎不良少年甲人相拍，紧要去报警察啦。我那接嘛出来则讲啊，这都啊接啊因后生啊，则紧甲后学再去病院。后下去病院了后，就报警察啦，因为迄伤较足严重啊，可能会过身嘛，所以就先报警啊。警察就先去找讲肇事地点啦，对阮阿姐个因兜开始找等于啊，找到现场，伊就讲啊，这哦，家己徛伤紧，弄电火条啊，哦，那是警察来说法啦。啊，结果因就讲啊，那弄电火条是安怎？他有2条刹车痕迹，啊，过来咧，涂骹全部拢碎片，系啊。啊，过来水沟啊内底咧，装油甲火，哦，可见这是安怎有出车祸的。啊，警察讲啊，安尼啊，多摆啊是安怎？他会对水沟啊，佮走起来路中，啊，佮对路中佮徛2公里去看阿姐引导。啊，这就是讲，咱若要讲叫做显化啦，就是讲，有法感觉讲，哦，神父确实有大力士的先佛，哦，就是讲神父有人有足有力的神父，哦，伫别个甲咱帮助。咱修道办道吼，确实这身份有滴撇油啦，有遐个感觉吼。啊，迄这种撇油，唔是讲哦，你有行道场才有哦。迄种你这个人呐，修道有有求过道，基本上身份就甲你肯定就对啊。哦，仙佛就甲你庇佑。啊，有遐断完了，阮爸爸想讲啊，这阿多拜啊，都要搁会徛啊，无来甲牵来修理。要牵去修理的时候呢，头前链啊，卡掉的啊。发袂起来，无当紧，要牵袂行，迄几个链仔了弯卡掉，啊奇怪呢，迄个时阵佫有通徛2公里呢，
所以有当时若要讲这吼、個，要讲红信，我拢讲，这有当时要讲红领信就歹，因为吼、我家己都唔信，我都唔信，因为后来我再去看，我太有可能这阿东哎对，这水沟佫飞起来，路中佫对路中塞两公里去弯道，但是事实就是安尼啊，事实就是安尼，连那警察都唔相信，但是伊嘛只好安尼写啊，系啊，写肇事逃逸，所以有黑即阵是案底的呢，我有案底。啊，未消案咯、哦，吓、啊，迄若讲残尾也是报道遐有发生车祸，也是掠到迄种但啥飙车主也是超速的，有阵时啊就会找药去看卖啊是毋是啊，啊，但是这要安怎应证？这就是讲智联讲啊，开始天恩师德啦，啊，过来就送去病院，其实即大家药客拢昏去啊，我拢毋知发生啥代志，啊，伫病院的时阵，药客有一个我第一个画面，醒来的第一个画面是啥呢？都系医生啊，医生拿一支眼啊呢，全夹出来，啊，直接咧动手术，啊，揪出来，啊，后下讲痛甲精神，精神看到医生夹出来，迄唔知咧说啥，过来就讲，范先生，你醒了，再忍一口气，啊，怎过就，吼，过来咧动手术啦，啊，后下可怜啊，我伫遐安尼拽，安尼拽，对遐吊安尼，啊，痛痛甲啥，我要动袂调，过安怎，过昏去，啊，无就吐白泡啊，过昏去。夹甲嘴个规个嘴即拢流啊歪歪安尼啊，算讲处理极点啊，真痛苦哦。好啊，就底下急救啊，才救到十二点哦，十二点。有法则是时间拢用按哦，用按的尔。我其实我唔知影时间啊，但是应该差不多啦，因为你着看，差不多中昼因休困哦，哎，电话测暗可能是差不多中昼啊，中昼。手术了，啊！伊迄个医生就讲啊，范先生，哦，你这算不幸的大幸啊！用你这空嘴对倒弄入面，有法个空嘴对后壁只，对只插入，啊，对头前只插出来，拄好缓的就对啦，安尼了解啦吼，缓的安尼切出来，啊，切出来，迄个时阵空嘴偌大嘞，啊，比咱这个鼻啊较大啩，嘿，空嘴这个规个怎啊，狠狠一平安尼无去就对啦，哦，大家你去想看卖这，哦，偌恐怖的对啊！诶，真恐怖安尼！啊，过来，迄、那個、医生就讲吼，你这有颈动脉、有气管、有颈静脉，讲你这好加载。你的气管动脉无断，你断静脉。但是伊讲你这嘛足奇怪，他有人讲这边无断，啊内底做断。那那是是不是无合理？你若安尼切出来对不？他有可能讲这无断，啊后边也断。啊，事实都是断这条。哦，啊，但是虽然这阿妈棍。即大家即气管无断吼，但是后下拢无法度讲话。我呼吸即拢会漏风会痛，所以即嘛拢有受伤足严重诶。啊，医生讲，你若是即动脉断吼，你落落水过三十分钟，你即上来即头脑可能拢脑筋拢害去啊。讲你若是断气管，你过落落水内底拄啊喏，窒息有无？哎呀，马上就窒息，你嘛晕死。你拄好带去，即个静脉断啊，静脉会。滴老会较慢，吼、哦，愈老愈慢，所以讲，你来病院的时阵啊，血压量无啊，量血压量无呢，哎，输血拍袂入去啊，你唔是讲咱急救拢爱输血有啊，迄血拍袂入去，伊结果伊安怎拍？讲你只拄啊断一支，伫只拄啊对一支直接接入，哦，对静脉直接接入去就对啊，接入去输血啦，安尼啊，啊才救起来，哦，所以有下感觉讲，你。就算讲出车祸，嘛是车祸甲嘟嘟啊好安尼，那天恩师德啦。啊，过来医生怎讲？伊讲你这伫我家吼，爱观察三天，我才敢甲你听，因为惊讲清无清气，讲落来搞啊，你这拢刷啊啥拢伫内底。用我才爱清三天，我才敢甲你手术。哎、啊，讲啊，你若要较紧诶，你就转去较大间诶。啊，所以迄暗，阮爸爸就伫遐想讲。这应该是这间病院安怎技术无够？哦，你若技术够，当然你青伤一定紧天才对啊。他有讲青伤搁等三天会死未死？接过来决定讲要天歪天，安尼就无合理啊。所以去暗就转转过彰化秀团去秀团病院。啊，秀团病院去暗去就暗啊暗啊，医生怎讲啊啊？今日伤暗啊，咱手术房无位吼，啊无你明仔再动手术。啊，今日先做检查，伊就规个检查哦，电工啦、X 光啦，哦啊，超音波啥拢定做得着。啊，定做伊迄个像照电工是毋是啊？安尼搬过无？规个人爱换温层啊。因搬的时阵啊，脚手先看嘛，
甲阿妈棍拢会记咧搬，但是后壁头袂记咧崩，叫怎扭起来吼？有法这个头啊，怎落落来？规个落落来，爱火怎自己来流落来？流落来，有法就袂输啥呢？袂输咱即阵在安尼怎向向禁电去？你着啊，电火向向失电安尼啊，无法度想，无法度讲，无法度呼吸，总停，拢无感觉去。爱护士紧甲这个头安尼压起来，压起来，啊，就马上阁转来，会用想，会用呼吸，但是咧，有一个规个头壳拢花，我感觉我规个嘴啦、鼻腔啦，还是咧目睭感觉。啊，电文书各位真贤，大家好，大家请坐。啊，不敢当。好、哦，啊，咱拄只第一节课，安尼讲的速度敢会伤紧？没吼。没有听到。哦，好。啊，过来休学。哦，讲第二节课吼，啊，对金门回来了后，后下就去，算正开始嘛，回去台北。你台北办桌，啊，迄个时阵，阮有一个王讲师，伊咧开安亲班，啊，后下去遐斗三工。斗三工有一摆吼，阮就带迄个国校啊，三年，一年嘛有啦，一年三年，吼，拢总有六个，六个学生伊就讲要求桌，吼，啊，甲因讲，我就讲啊。马仔爱穿整齐服装哦，穿学校制服，咱来求道啊、哦！大家乖乖，哎，学生，大家生完了讲心小，伊就问啊，讲老师啊，求道是要拜什么？我就讲拜仙佛啊，他就开始问啊，仙佛长什么样子？哇，哦，仙佛长什么样子？其实咱讲的仙佛长什么样子，拢是咱想出来的哦。正样的仙佛生出啥款，咱唔捌看过嘛，对不？咱看无。啊、所以迄个时阵想讲，哇，这囡仔太安尼哦，这个手、口齿这样尼啊伶俐着安尼吼，啊就讲啊，只要你吼马仔乖乖的，你就会看到仙佛啊，哦，安尼就会看到仙佛好。啊，过天刚因就讲好，安尼我要来看仙佛，啊就六个就来佛堂吼，啊因为囡仔嘛，所以就无开示道义，就直接请坛，啊请坛点文书，迄、那个请坛词啊一念落吼。哦啊，念落了后，迄内底啊，因六个原本徛好啊，真整齐啊。内底其中有一个就讲：“啊，老师，紧走哦，佛堂有鬼哦！”哇，哈哈听出来哇，一个出来，大家就拢走出来啊，拢哇，紧走，紧走，哇，走出来，走出来以后，甲王讲师就约出来啊。王讲师约到了，讲胡说啊，佛堂怎么会有鬼？佛堂太有鬼！讲哇，老师，你敢无看到？哦，一个几啊百只手、几啊百粒目睭的跪伫佛道面顶。嗯，各位真人，恁想这是啥物？嗯，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嗯，咱请单一请落，伊就看到，迄囡仔看到了，阮其他拢戆戆。但是内底，我讲啊，这个就是仙佛啦，进来进来。但是我甲王讲师的底下讲，这胖来乱的款，一个囡仔无乖安尼啦吼。好乖啊！过来，咱请坛了，就爱跪读深情喔，啊，就跪落来，啊，就开始，哦，啊，就跪在三，哎，什么？明明上帝莲下，又升起三奇应运，弥勒古佛，哎，六个另外一个，不是拄正讲迄个哦，另外一个，伊就向向比诶，比佛道讲，哎，肥猪肥猪肥猪坐伫佛道面顶，哈哈哈哈哈，因为，嘿啊，哦，我就胡说胡说，嘿，哦。啊，结果求道了，阮三宝分开来讲嘛，伊面顶就和迄个可能大学生因还是社会人士，啊，老卡为因这种国小的讲，啊，带来阮川堂遐都有一张弥勒戏白纸啊，那就是弥勒祖师啊，去那拢伫巴肚顶白有，伊就讲啊，拄只迄就是这個，哦，哎，你看，阮佛堂无弥勒祖师像哦，干那老卡有尔，啊，伊伫楼顶就先讲，哦，讲都是这个。哦，这实在不可思议哦！我啊，过来继续，迄滴板刀的时阵啊，我就甲王讲师，咦，奇怪啊，因太看有，我开始问，这个嘛有，这个嘛有，这个嘛有，六个内底有五个拢讲有看到，啊，剩一个嘛，剩一个无，啊，就板刀板刷啊，板刷，我就带落来，带来就讲，哎，啊，你一定是不恭敬啦，哦，不是你啦，哈、哦，你一定是不恭敬啦，要不然人家其他人都看得到。怎么你看不到？那太你无看到，刚刚你无看到。结果伊讲，谁说的？我有看到，我看到的跟他们都不一样。
因为我哪有看到，伊看到甲迄无共款。啊，阮就真心想问讲，啊，你到底看到啥？因为伊看到拢对外口落来，拢对外口飞落来，因为伊看的迄个对佛顶啊，佛顶造出来，伊讲迄佛顶愈来愈大，愈愈来愈大，愈啊，才一粒头对迄佛出来呢。啊，伊讲出来吼，哦，迄个作草的，哦，迄个作草，哦，就是我们老师啊，咱济公老师啊，讲迄个作草。啊，就才老师来咧，伊讲正开始就四界行，四界行，讲咱这土耳啊，安怎的啦，还是讲心情郁卒的，伊就甲你灌酒啦，甲你创。其实咱拢唔知影，这囡仔讲，囡仔讲啊，我就问啊，讲啊，老师手有提啥无？伊讲有，又摕一个开线，但是迄吼开线，现在用迄个草稻草啊有无？哦，迄稻啊落拔起来迄种的，啪啪啪做大声，欸我有去找三宅印证过啊，伊讲确实咱老师的法器是起迄种，哦，迄蒲扇啊，迄种迄飘飘飘迄种，哦，安尼看起来这囡仔嘛无共骗的，因大家拢有看到，哦，啊后来我甲王讲师甲讨论一下，讲啊是安怎因看有，啊做因波书还是看无，啊，哦，讲这应该是安怎咧，哦，神佛照着囡仔来甲咱讲这个道，确实是有啦，哦，咱讲有神佛。啊，这几年咱道场慢慢啊仙佛指教有哦，咱就无照巧。但是你讲无照巧，敢真正无神佛？你看慢慢啊应景真济哦，咱咧有迄讲法会现场图有哦，最近有迄印尼的道亲画出来有哦，这确实是哦，咱这个殊胜吼、哦、不得了啦吼、哦。啊，所以后下伫台北，我那搁伫遐做工课，做尾差不多半年，我还未挖一年啦。啊，未挖一年，因为咱算讲拢做迄种，唔是讲做正职的迄种，唔是全职的迄种工课嘛。按进班迄可能就兼差一礼拜去几工啊，安尼。啊，但是咧，厝内底人可能唔是安尼想。你看咱时代，咱拢会安怎想？啊，即囡仔毕业，还是讲囡仔大学毕业，照你讲，就爱趁钱啊，爱饲家啊。啊，他有闲讲，哦啊，去台北啊，拢无提钱回来，阿妈唔知影你做啥，安尼啊，所以因都有淡薄啊反对啊，有淡薄啊反对，啊反对慢慢啊就变作压力啊，就讲啊叫校方一定爱回来咧，彰化这边啊校方就想讲安尼嘛好咧，无较早自高中出来拢无回去算彰化遮，安那无即阵回来彰化遮生存，安尼嘛是会使咧，所以校方呐对台北回来彰化，啊回来彰化的时阵校方就伫学堂遮甲咱。老师讲，我就讲啊，老师放心，我等下阮讲话啊，有下这个心嘛是未退啦，我等下遐适当，先等下遐先问阮的亲戚朋友，安尼。但是吼、哦，有下你发现吼、哦，真来会甲师傅讲这种话，大部分拢是准备要退。上好吼、哦，咱平常吼、哦，卖去甲师傅讲哦，我就是一定要做啥，你先去做，再过来讲。嗯，你底下讲哦，打包票，甲上后尾啊，迄种立愿不了，无好。哦、你宁可你先去做，做偌济，再过来拄到问题，无法度解决，再过来找老师讲。哦，安尼可能较圆满啦。你卖讲先画，画画诶，甲想要不要？哎呦，诶，规个拢安怎？足够讲诶，但是啊，着还慢做，安尼着无好哦。啊，有下等下讲话了，啊，着开始找工课。啊，拄啊，迄年算咱拿以台湾来讲，这项工业是世界第一名。就是脚踏车的工业，哦，自行车啦。这几年当然拢刷过大陆啊，但是后下到八十几年，遐吼是咱台湾全世界第一名，哦啊，所以后下迄个时候想讲，哇，咱这都做这道应该较有出头，所以后下就去找这种脚踏车的零件，哇、啊，就做这道。啊，这道当然，一做利润是真高，但是压力嘛真大，时间做工课。时间就真长，所以有的人吼，当然咱无钱去赚钱，当然是好啦，对吧？但是你归心干那想钱就无好，安尼敢无了解？嘿，对吧？你互人看我呢，迄明明是迄个钞票才有的面，就变作你，变作扑克脸啦。那就讲，那无利润的物件，你拢懒得去的，对吧？无报酬的物件，无都无啥想要去，就是讲咱的私心就变作足重的啦。哇！这种嫉妒心、嗔恨心，哦，逐项拢出来。啊，所以正开始来道场，等来中华的时候，后下正开始嘛，你接引道场。但是慢慢啊，咱家己就会有一种能够压格的对吧？家己压格吼，啊，就底下
讲啊，佛堂点完书对我有意见啦，啊，我无适合遮啦。咱家己会好，家己找借口，你知道？会有借口，你要慢慢啊，怎不爱接近？啊，不爱接近，后下就开始拢趁钱啊。早时啊六点出门，甲差不多，暗时啊十一点回来，规工咧趁钱就对啊。啊，所以后下原来算退过道，算讲后下不伫道场真诚心，但是后下慢慢哦，因为着做工课，后下出去社会啊呢。虽然讲迄个心还袂断啦，咱嘛是讲道场有代志，我嘛是会断来啊，发挥。可能买回来一两点钟看一下就走了，這樣。但是这种的在讲修道办道，我感觉讲不过了。啊，就是讲那个时阵后学就变成这款的人。啊，你想讲这款的人，其实上天同款慈悲。就讲咱虽然无咧行道场吼，啊，照你讲，过来发生车祸，那遐严重的车祸吼，大部分拢断去啊，拢断去啊。啊，结果身负同款，因为哦，你较早修道办道安尼，我那有诚心，所以。给你拨转，啊！有下离开道场差不多无甲三个月，就出车祸，出车祸。啊！迄摆车祸真严重，有下早时啊，差不多七点半，迄工操七点半出门，啊！七点半出门，我拢行准到迄参花路，迄参花路，阮那边遐拢重划过，吼，我那真大条啦。一台车会使行，但是两台要小心就较麻烦，哦，一台车会使行。啊，我拢行迄个水板，阮遐有一条水沟叫十三宝圳，我经过十三个庄吼，我就行迄条圳沟边的路。啊，阮遐有一个水板较悬，差不多20公尺悬。啊，后下啊，多摆对面顶撸来嘛，撸来啊，当撸来对面嘛有一个少年囡仔，伊要安怎要爬起来，所以伊油门我那安怎吹甲紧绷，啊，两只怎烧咯？哦，两只阿多巴对阿多巴安尼烧融融落，后下人甲阿多巴怎正手柄这条水沟就安尼个融落，融落人就摔落水沟内底去啊，摔落安尼规个人就戆醒去啊，啊戆醒去，还有过应该是还有几秒钟啊尔啦，吼无足久个，后下就搁精神啊，搁精神我徛伫迄个路中就看到迄个囡仔，甲后下融迄个囡仔，然后我就足紧张个就。看伊啊，多摆啊，徛啊，都吹来吹来吹来，啊，都紧走起啊，哦，肇事逃逸了吼，哎，啊，过来又发到看，哎呀，伊太遐紧张，跟咱看，哎，水沟内底，我才看到水沟内底有一只阿多摆啊，阿多摆啊嘞，阿多摆佫缀一个人，迄个人吼，迄上半身啊，藏伫水内底，哦，倒叉就对啊啦，啊，两只脚伫水面顶，倒叉叉伫水内底。哎呦！看到伊呢，我就讲哇！啊，这个呢胖要死去啊，紧来甲救！啊，要来救的时候，才发现讲，哎，啊，这只阿多巴都我的嘞，啊，这个都我嘞，哈哈！那才发现了讲，家己就是伫水内底迄个人，啊，这什么意思？灵魂出窍啊！哦，这算客气啦，迄叫做要过身哦，要过身这才出来，这不是讲要灵魂出窍，更厉害个。那是讲要过身才走出来，不是讲灵魂出窍。那灵魂出窍这阵就用出来啊。那要安尼，我这阵就用出来，不是。那是讲要过身啊。哦，那从鬼口开安尼有啊，所以灵性先出来。咱家唔知捌看过人过身无？过身真正不是咱喘者喘者喘者，那大部分都是灵性先出来。哦，灵魂已经出来。啊，后下迄个时阵看到家己伫遐，我才了解讲啊，拄正出车祸，我这阵要离开这个世界啊。我后摆咱有这个机会看到这种的，就是讲看到家己听啊，做歪起来，甲话歪起来，啊，你就知影讲我要走啊，哦，啊，所以唔只爱修道爱办道，恁这种修道办道，互咱了解讲，哦，咱人走去了后，还阁有一个世界伫咧，哦，这点后学即阵就是，是安怎今日点万书会摆后学来，上主要嘛是甲过一阵人讲这个，就讲唔是讲死了后，啥物拢无啦，啊，后学死过一摆，所以我甲你讲死了后阁真济。哎，搁有啦，搁有吼、哦。啊，后下就看到安尼啊，我就迄、那个等一下，迄、那个时阵吼，迄、哦、有一种美术，咱即阵录放影机同款安尼，一直放，一直放。哎、啊，画面就一个一个一直来，一直来。啊，第一个画面是啥呢？后下伫台北，我已经佛堂，我要回来的时阵，甲老师甲神父讲的话，我要回来阮兜遮设佛堂，我要回来遮度阮遮的众生。后下的第一个就是愿啦、啊，愿啦、啊，愿力啊，所以。有当时啊，确实是安尼。咱若拄到足危急的时阵，就是看你的业力较大，还是你的愿力较大。你的愿力较大，你就继续安怎
继续燎原啦。啊，你若业力较大咧，你就还债啊，你就可能就一命呜呼啊，就归心去啊。啊，所以咱有修道无修道，确实有差伫遮啦。有的人破病病较正当，但是咧，伊就妄行妄行，行到啥物啊，行煞，赶快生软如棉啊，这嘛是一种情形。啊，有的咧，伊就破病出车祸该死安怎？无死有哦，这种的就是啊，像后学者就是，因为伫道场有咧修有咧行，拄到的时阵，神父帮咱拨转一下安尼啦，就无遐严重。啊，后学就想讲啊，安尼这条弯我未了，啊，我若转去，我嘛是这条弯无了，我嘛是爱阁落来啊。安尼假使讲我这阵卖转去，我对遮看有哈机会了弯无？我安尼想吼、哦，咱求道的时阵啊，咱求道在座哪有人无求道？我这阵讲的你都唔知影。所以哪有法度等下才来求道，因为这件代志只有求道，只有点传书才会用来做。就是讲求道，咱点传书甲咱点的这点玄关窍，后下个灵性对倒位入来呢？对这点入来玄窟哦，对外口哦，安怎个雄雄？人讲灵魂安怎会飞天、会畅水过啊？会遁地？哎，确实，后下个怎灵性呢？落水入来玄窟，入来玄窟了。真疼，胸骨足疼啊！因为迄弄着阿妈棍啊，所以胸骨足疼，后下就想要爬起来，因为藏伫水内底啊，想要爬起来，一出力，这个灵魂佫走出来。咱只捌做过迄个生菜沙拉无？啊，生菜沙拉，咱煮个沙拉毋是迄沙拉甲加一空啊，怎安尼煮落有无？沙拉就走出来。后下迄个时阵就有这种感觉，我一出力袂输迄个人，就怎好煎出来，怎飞出来？安尼了解吧，哦，就是讲，咱迄个灵魂怎对咱求道这点造出来以后，就讲我不爱啊，我出来就死去啊，我要搁转来啊，搁入来，搁试看卖，搁出力，搁造出来。等于讲，这个身躯吼，死甲要差不多去啊，无法度再力啦。哎，所以后下怎搁入来了，我唔敢出力啦。你出力就搁造出来啊，所以我就不爱出力，我就用想的，想讲我要站起来，我要活下去。正讲那是讲。被挖歪挖的时阵，差别就是差的啥，叫做意志力啊，意志力，迄种意志力，被挖起来迄个意志力，后下就我一定要挖起来，我一定要站起来。啊，讲嘛奇怪，安尼竟然嘛是有效呢。后下怎举起来，看到迄个光，就是头了啊，举叮当了对啊，我怎有看到迄水的光啊？啊，看到光了后，啊阿妈棍足疼啊，我规个人就搁晕去啊，搁昏去啊，啊昏去。差不多过30分钟，我那接啊，离我出车祸的所在有2公里远啊。我那接啊要出门，啊，伊怎对因兜出来，怎看到讲，啊，他有一个少年囡仔趴伫阿多巴面顶，哎，阿多巴噗噗噗噗噗，甲因兜怎停落？停落，我那接啊就想讲，哇，啊，这是安怎不良少年，甲人相拍，紧要去报警察啦。我那接嘛出来则讲，啊，这都啊接啊因后生啊，则紧甲后学再去病院。啊！后下去病院了后，就报警察啦，因为迄伤较足严重啊，可能会过身嘛，所以就先报警。啊，警察就先去找讲肇事地点啦，对阮阿姐个引导开始找等于啊，找到现场，伊就讲啊，这哦，家己徛伤紧，弄电火条啊，哦，那是警察来收法啦。啊，结果因就讲啊，那弄电火条是安怎？他有2条刹车痕迹，啊，过来咧，涂骹全部拢碎片，系啊。啊，过来水沟啊内底咧，装油甲火，哦，可见这是安怎有出车祸的。啊，警察讲，啊，安尼啊，多摆啊是安怎，他会对水沟啊，佮走起来路中，啊，佮对路中佮徛2公里，去看阿姐引导。啊，这就是讲，咱若要讲叫做显化啦，就是讲，有法感觉讲，哦，神父确实有大力士的先佛，哦，就是讲神父有人有足有力的神父，哦，伫把甲咱帮助。咱修道办道吼，确实这身份有滴庇佑啦，有遐个感觉吼。啊，迄这种庇佑唔是讲哦，你有行道场才有哦，迄种你这个人呐，修道哦，有求过道，基本上身份就甲你肯定就对啊。哦，仙佛就甲你庇佑。啊，有遐断言了，阮爸爸想讲啊，这阿多拜啊，都要过徛啊，无来甲牵来修理。要牵去修理的时候呢，头前链啊，卡掉的。发袂起来，无当紧，要牵袂行，迄几个链仔了，弯卡掉。啊，奇怪呢，迄个时阵佫有通徛2公里呢。嗯，所以有阵时候若要讲这吼，要讲红线，我拢讲，
这有点像要讲哦，恁信就拜，因为吼、哦，我家己都唔信，哈哈，我都唔信。因为后来我再去看，我太有可能这阿多拜对这水沟佫飞起来，路中佫对路中塞两公里去弯道，但是事实就是安尼啊，吓，事实就是安尼啊，连那警察都唔相信，但是伊嘛只好安尼写，吓、啊，写肇事逃逸，所以有黑即阵是案底的呢，我有案底，啊未销案哦。哎呀，那讲残废还是报道遐有发生车祸，还是抓到迄种等一下飙车族还是超速的，有阵时就会找药，去看卖啊是毋是？但是这要安怎应证？这就是讲，既然讲啊，开始天恩师德了，啊，过来就送去病院。其实即大家药客拢昏去啊，我拢唔知发生啥代志。啊，伫病院的时阵，药客有一个我第一个画面，醒来的第一个画面是啥呢？都系医生啊，医生。拿一支硬啊，安尼，全夹出来，啊，直接咧动手术，啊，揪出来，啊，后下怎痛甲精神，精神看到医生夹出来，迄唔知咧说啥，过来就讲，范先生，你醒了，再忍一口气，啊，怎过就，吼，过来咧动手术啦，啊，后下可怜啊，我底下安尼抓，安尼抓，对啊，吊安尼，啊，痛痛甲像啊，不要动袂掉，过安怎，过昏去，啊，无就吐白泡啊，过昏去，夹甲嘴个规个嘴即拢流歪歪安尼啊。算讲处理几点啊，真痛苦，哦。好啊，就底下急救啊，才救到十二点，哦，十二点。有或者是时间拢用按，哦，用按的尔。我其实我唔知影时间啦，但是应该差不多啦，因为你着看，差不多中昼因休困，哦，哎，电话测暗可能是差不多中昼。啊，中昼手术了，啊，伊迄个医生就讲啊，范先生，哦，你这算不幸的大幸啦。用你这空嘴对倒弄入面，有块空嘴对后边只，对只插入，啊对头前只插出来，都要还的就对啦，安尼了解啦吼，还的安尼切出来，啊切出来，迄个时阵空嘴偌大嘞，啊比咱这个背啊较大个，嘿，空嘴这个规个怎啊狠狠一平安尼无去就对啦，哦大家你去想看嘛这，哦偌恐怖的对啊，真恐怖安尼，啊过来。迄、那個、医生就讲吼，你这有颈动脉、有气管、有颈静脉，讲你这好加载。你的气管动脉无断，你断静脉。但是伊讲你这嘛足奇怪，他有人讲这边无断，啊内底做断。那那是是不是无合理？你若安尼切出来对不？他有可能讲这无断，啊后边也断。啊，事实都是断这条。哦，啊但是虽然这阿妈棍这大家这气管无断吼，但是后下拢无法度讲话。我呼吸这拢会漏风，会痛，所以这嘛拢有受伤，足严重的。啊，医生讲，你那是这动脉断吼，你落落水过三十分钟，你这上来这头脑可能拢脑筋拢害去啊。讲你那是断气管，你过落落水内底都啊喏，窒息有啊，哎呀，马上就窒息，你嘛晕死。你拄好带去，这个静脉断啊，静脉会滴流会较慢，吼、哦，愈流愈慢，所以讲。你来病医的时阵啊，血压量有无啊？量血压量有无呢？哎，输血拍袂入去啊！你唔是讲咱急救拢爱输血有啊？迄血拍袂入去，结果伊安怎拍？讲你只拄啊断一支，伫只拄啊对一支直接接入去，哦，对静脉直接接入去的对啊，接入去输血啦，安尼啊，啊才救起来。哦，所以有哈感觉讲，你就算讲出车祸嘛是车祸甲拄拄啊好安尼，那天恩师德啦。啊，过来，医生跟我讲，伊讲，你这伫我家吼，爱观察三天，我才敢甲你听，因为惊讲清无清气，讲落来搞啊，你这种沙啊啥拢伫内底，用我才爱清三天，我才敢甲你手术。哎，讲啊，你若要较紧呢，你就转去较大间呢。啊，所以迄暗，我爸爸就底下想讲，这应该是这间病院安怎技术无够。啊，你若技术够，当然你清伤一定紧听甲对啊。他有讲青伤，搁等三工会死未死？接过来，决定讲要天外天，安尼就无合理啊！所以去暗就转过彰化秀团去秀团病院。啊，秀团病院去暗去就暗啊，暗啊！医生同我讲啊，今日伤暗啊，咱手术房无位吼，啊无你明仔再动手术。啊，今日先做检查，伊就规个检查哦，电工啦、X 光啦，哦啊，超音波啥拢定做得着。啊，定做伊迄度。像照电工是不是要安尼搬过喎？规个人爱换温层啊！因搬的时阵啊，脚手胸卡嘛，甲阿妈棍拢会记得搬，但是后边头袂记得搬。
叫怎扭起来吼，有发这个头啊，怎落落来？规个落落来，爱火怎做个流落来？流落来，有发就未输啥呢？未输咱即阵在安尼怎向向禁电去？你着啊，电火向向失电安尼啊，无法度想，无法度讲，无法度呼吸，总停，拢无感觉去。爱护士紧甲这个头安尼压起来，压起来，啊，就马上搁转来，会用想，会用呼吸，但是嘞，有一个规个头壳拢火。我感觉我规个嘴啦、鼻腔啦，还是咧目睭感觉，像照电光是毋是啊？安尼搬过喎，规个人爱换温床啊。因搬的时阵啊，脚手现卡嘛，甲阿妈棍拢会记咧搬，但是后壁头袂记咧搬。叫怎扭起来吼？又发这个头啊，怎落来？规个落来，爱火怎做？规个流落来，流落来，又发就袂输啥呢？袂输咱即阵在安尼怎向向禁电去？你着啊，电火向向失电安尼啊，无法度想，无法度讲，无法度呼吸，总停，拢无感觉去。哎，护士紧甲这个头安尼压起来，压起来，啊，着马上搁转来。会用想，会用呼吸，但是嘞，有一个规个头壳拢火，我感觉我规个嘴啦、鼻腔啦，还是咧目睭感觉啦，规个拢火吼，拢火。啊，所以第一工真可怜嘞，第一工着足可怜啊，第二暗。啊，第二天就拜六啊，拜六想讲早时啊，就要动手术，叫做来的是一个迄、那个足少年穿牛仔裤的医生。啊，这是啥物？叫做实习医生哦，实习医生。啊，伊来就讲啊，范先生歹势，啊，你的医生吼、哦、是因对台北请来的，伊讲那秀团来讲，因外口请的医师，因拢周休二日，因今日拄啊拄着拜六，啊妈在咧拜你的医生休假去。所以今日无空甲你动手术，明仔嘛无法度。但是医生有交代，讲爱甲你看你的空嘴，哦，爱甲你清者。啊，结果迄实习医生伊就甲你裂开啊。伊话这阿妈棍原本是用迄纱布卡的，啊，伊一裂开伊嘛无想着讲，其实这是半边，迄空嘴遮大。伊裂开伊，吓到哇，疼，迄血规个拢钻出来吼、哦。咱即搭只看布袋戏喎，迄头剁掉，迄血毋是乌白飞。迄个未输迄种诶，你知道？迄血怎安尼钻出来？血溅吼、哦、三尺，迄规个护士、医生诶衫拢肿血啊！扭咧一疼，咱扎力用要安尼规个穿起来喎，迄血规个拢钻出来。我钻出来，迄实习医生我那惊着，伊想讲哇，即、這个头壳太长做两过，因为确实有伤着对啊啦。你若安尼直接现场看，应该就是长两过。怎治迄个急救人呐、啊？原本就是迄个加护病房，所以。医生啦、啊、护士，大家拢围过来啊，六七个都围过来，甲你倒迄个啥呼吸器，甲你电嘞，安尼哦，有够可怜嘞，无死，虾米啊死去，伊迄个直接就甲你灌迄上锁有哦，直接甲你灌落，啊，你鼻腔都原本都要过会输，怎安尼直接甲你灌落，哦，迄袂输去，有人揢个电钻对只甲你钻落，啊，真艰苦，啊，过来伊迄有迄电击器啊，电击器伊迄就是因为伊惊讲你胸胸休克。所以伊咧急救的时阵，拢会适度甲你加压。啊，你著听着安尼，啪啪啪啪啪啪。啊，毋知是家己咧想还是正讲，我著想我太有烤肉的味安尼。迄是其实应该是无啦，迄著干那电的声，但是你著听着迄种电的声有无？滴滴啪啪啪啪啪啪。哇，啊，有好多那闻到迄烤肉的味安尼，啊，有够可怜的。啊，后来医生到见面啊，因就直接看讲，伊说干那血流出来尔。但是生命迹象足好个啦，所以无问题啦，无问题就扭掉扭掉，哦，这算乌龙事件。但是有哈真可怜啊，底下红，那算未输去红零滴啊。啊，医生就开始换药啊，换药啊，伊就把这肉啦、血啦，规个拢夹出来哦，规地一地一地安尼夹夹出来，外口洗洗，再佫放入。啊，放入了后，伊就讲哦，反正你这吼、哦，因为惊讲拢黏做伙，我看吼、哦。用迄个棉花，哎，温生理盐水，甲你吐个开，安尼等下甲袂黏做伙。所以伊就开始听，咱个病友迄种大包医疗用诶，超只大包有啊，迄种迄、那个迄、那个等下棉花，也算清洁用诶棉花。结果后下阿妈棍遐，伊阁另外拆三包，敢那阿妈棍只拆三包来拆啊。你去想讲，即个空嘴迄个时阵偌大，就是遐大空吼、哦，啊。用料才砍起来，啊，砍起来伊就走啊，走啊，又发看迄个输血机挂伫后壁，迄两桶啊，我红红的血两大桶，
电规样区的花拢换掉去啊。啊，过来，迄、那个实习医生照，他等下护士就来，护士就讲，反正你这爱食一挂抗生素吼，较袂发炎。啊，伊就摕迄抗生素和药盒啊。我想药盒想讲，应该伫吞下落吧，用吞的，吞看卖，吞到哪后转佫吐出来，一疼佫吐出来。哎，护士伫边仔看，讲啊，抱歉抱歉，我忘了你是昨天转诊过来的。啊，伊袂记讲你是阿妈棍受伤的，因为迄护士早时啊才换班嘛，所以伊就唔知影。我想讲哦，确实，那、哦、咱人啊衰，嘿，哦，呵呵啊，都虾米拢来的对啊，啊可怜。好，啊，护士就讲啊，安尼我甲你抹做粉，你用啉的安尼看，看嘛啉会较舒服哦，啊，就用啉的好。啉落同款，甲只就尿尿就佫吐出来，啊，佫有血，佫有痰啊，拢黄色的。啊，护士讲安尼要安怎？啊，无你摕互你棉花棒，你用温的温嘴唇，安尼慢慢啊吃好。迄一杯啊羹尔，细细杯啊。啊，有较温安尼吼，安尼温的来吃吼，差不多要温两点钟啊。迄细杯啊羹有啊，佫无满哦，差三分之一安尼尔，一杯啊羹爱温两点钟。迄第一杯温到要干的时阵啊，迄护士佫摕一杯来讲，你这抗生素药效两小时，两点钟还吃一块继续温哦。我够可怜的对吧？哦，真可怜。拜六礼拜，哎、啊，换药啊，换药差不多两点钟换一届，伊就来给你看者。第一拜是毋是？棉花给你撑着，啊，第二拜换药啊嘞，要揉开，把迄个棉花夹夹出来。我迄我那真疼，因为咱后边内底拢规个拢花啊，伊夹啊是安尼插入去看药盒的表情啊。你啊插来药盒无感觉，伊就夹出来，可能无夹到吧。那插来好像迄个表示安怎？插掉啊！伊就哦，佫抽起来，啊，才佫夹出。所以有阵时是足可怜的，对啊。咱迄个时阵，拢家己的信心拢会动摇，讲哦，啊是安怎泰国咧受这种苦，是安怎后学咧受这种苦。哦，有阵时也这种想法的。后来咱就想讲啊，明仔就用动手术了，佫忍者。然后拜一，拜一就等医生要来动手术啦。结果拜一医生一来，哎，阿幺佫是同款是学生因啊。啊，是安怎阁是学生因啊？伊讲啊，歹势，你迄个台大的教授啊，台大的教授啦，所以咧，我今日拄好拄到9月28号，叫做教师节，补假一天哦。啊，那无法度，那无代无钱嘛，是共阮签三工去。原本就是想讲，伫阮遐，伊讲爱观察三工，你会惊，你毋则转来上好的，转来上好的，甲你签三工。啊，是安怎共阮转来上好的，阁甲你签三工，业力啊！业力啦，该行的啦，就是要让你受苦啦，要让你艰苦，不是要让你大病，无就让你死去啊、哦。所以这业力现前，有法去的时阵，哦，真正可怜。啊，从迄天过来，拜一过来，赶快拢换药啦，赶快拢痛苦。到迄天的中道，中道有法在底下咧想讲，咦，我有求过道呢，我是道亲。有法在想起来，因为巴肚枵，想讲我有食菜，就想起来讲我是道亲。啊，想起来道亲，咱。道亲上重要的一个印证是啥？三宝，嘿啊！所以学法迄个时阵，才底下是想讲啊，我是道亲啊，我有伫道场修道办道呢。啊，修道办道太过受着这尼啊可怕的痛苦，这一定是我较早捌做过哦无好的代志欠人的啊。所以学法团底下想讲啊，那是我欠恁的，我就全部拢还恁啦。我伫道场有任何的功德福德，哪讲有功德，我拢给恁啦。安尼啦，啊，求恁帮我刷安尼。许我安尼想的时候，我也想起来讲啊，对，咱求道有得三宝。我那底下想讲啊，等下医生若来，我要来用三宝啊、哦。啊，各位真嘞，咱三宝会记得阿未？会阿未啊？即阵讲会拢无路用啦。爱安怎拄着你个清楚才有效啊。哦，所以三宝平常都爱留啊，留啊复习。无你正刚拄着你都遐。生惊，你就什么袂记得啊？你要安怎用三宝？无法度，所以平常都爱了哦，复习三宝，大概拢爱去复习。然后办道，咱有人在讲三宝，大概去听哦，那听久，咱家己才会通啊。你家己三宝是啥都无熟，正刚要用袂出来，敢那惊都忘记啊。哦，像有遐，即阵讲会拢无遵守啊，哎，拄着讲会才有遵守哦。这有遐爱强调啊，哦，啊，过来，伊就开始。迄、那个等一下，中道要换药啊，医生就过来啊，啊来，伊就伫边啊伫等啊，伊伫等讲哦，药盒原本若听着声，我拢会紧张紧去揉迄边啊铁啊，
因为即摆我想讲要用三宝都袂用扭嘛，所以许个手放软软，爱手白条呀。哎，许个啊好，啊无就来用三宝。啊，各位先生，你看，许个用三宝甲无用三宝，哎、啊，医生来换药啊，恁感觉啊安尼有差无差？啊，啊会听袂听？啊，恁可能拢听过啊。较早有人讲拢袂听，我讲拢袂听，啊无你来扫弦，我来拍，看你会听。同款会听啦，咱这个三，咱的三宝，尤其是一贯道的三宝，上主要是给咱一个解脱的方法，叫做超生了死，伫印证讲咱人有一个灵性，咱有一个灵魂呐，印证这件代志，唔是讲哦，我第三宝用落，啥物拢袂听，用落出车祸、车弄、车歹，我无代志，无啦，唔是迄个方法，迄是安怎？就是讲。印证咱有一个真主人、假主人，安尼啦。哦，有一个肉体是假，有一个灵性是真。所以，许下就用三宝。结果，医生开始换药啊。进前伊换药啊，吼，迄花龙草只大桶规桶杀出。啊，即摆药啊换了嘞，迄桶、迄规桶无花啊，一寡尔。许下看可能差了一杯啊。啊，当然那就差足济啊。迄医生就伫问啊，讲：哎，范先生，你都不会痛哦？你拢袂痛是无？我嘛无看你嗨。因为正常拢会嗨啊，啊无就一直出力对啊拽，啊即摆换药拢无拽，啊那拢袂疼。啊药效无法度讲话，我用写，我讲疼当然嘛是会疼，哦痛是当然会痛，但是我无去忍，无去出力甲伊拼，我接受啦。所以就是安尼，反正足疼，正常就是一直出力嘛，一直出力。啊即阵呢，出力疼在嘞，知影讲啊这假放掉。痛嘛是同款的疼，迄唔是讲哦，你都有法度安尼扎嘞，拢无差安尼，无法度啦。就是讲有阵时啊疼啊，哦扎力一下，但是嘞，咱就马上想着讲啊，这个肉体是假，啊，就搁放落来，啊，咱就有差啦，差别就伫遮。所以咱第三步甲无第三步就伫遮有差出来。咱若有救过到拄着的时阵，咱就知影安怎，哦，会使放下。啊，所以你看迄换药啊，都差真济啊。你辛苦，你看原本老啊济岁。结果留一挂血，这就差足济啊！医生家己就知影，知影讲哦，安尼你这一摆无同款，唔知道倒位无同，哦，伊唔知影，因为无求道，伊就唔知影。哦，啊，咱若有求道，咱拢知影。哦，啊，恭喜大家后摆啊，希望恁拢无机会用对吧？哦，啊，那有当然就是，咱有这个有通解脱就对啊啦。哦，后下算是听过来的人甲恁讲，那恁免听，后摆恁就用用。哦，啊，过来。就只好迄天嘛是拜一，嘛是拢继续换药啊。等拜二，拜二再去医生来，啊，就怎手术了，就 OK 啦。伊也算早时啊八点许下就第一位入去手术，啊，一直等手术等到下晡点半才出来。哦，迄手术伫遐天啊，许下阿妈棍只天252针，哦，252针。啊，过来伊只纤维手术吼，是规身躯的。伊甲这胸骨这皮甲肉揪开啊，揪开啊，去后壁只增肉，哦啊，心脏只大只增血管，啊，尻川背只咧抽脂肪起来补阿妈棍只，哦啊，皮嘛是同款增后壁来补头前诶，所以啊，后下阿妈棍只大只诶手术，这是真复杂哦，啊，迄毋是讲像安尼看诶，所以伊规个手术几点钟，差不多5-6点钟有咧哦，哦啊5-6点钟了。伊个个伫个有个全身麻醉嘛，所以个爱伫观察房看你肉声退了有完全无，差不多到4-5点才转来病房。啊，即个出来就直接送一般普通病房啊。啊，普通病房有遐伫4楼吼，啊4楼听就伫遐想讲无死吼，好卡在。啊，咱若道亲，你若讲动手术，还是讲出车祸无死，大部分。那有滴接近道场的，拢知影讲，咱爱谢恩呐，咱爱感恩呐，所以许下就家己安尼挣扎安尼爬起来，跪伫文生殿，我就是讲啊，感谢咱老师慈悲，感谢老母娘慈悲哦，100叩首，啊，就用心啊，1、2、3啊，想啊未到一半，我困去吼，迄就是许下去的时阵，精神无够啦，气力无够，所以咱即阵咱啊，文献箱1到100有法度啊无？有啦吼，恭喜大家，安尼要够阿多，表示够仔仔啊。休学迄个时阵，连安尼都无阿多。啊，困一阵啊，啊，就有人伫摇我的文床啊，伊就讲，哎，起来，伊讲国语啊，伊讲起来。啊，休学就起来，伊讲你来，我就爬起来，我行过来，行到伊头前，休学就有一个感觉讲，哎呦，这个唔是人，是安怎讲唔是人？
因为吼，伊行到遐，有法行到伊头前，差不多一公尺的时阵，有法发现讲伊周围有一个光。迄暗时啊，差不多六点嘛，所以拢外病院原本就暗暗嘛，啊个外口嘛暗嘛，所以暗暗，但是行到伊家都光起来。伊个胸区即大只有一个佛光，差不多一公尺半到三公尺安尼。迄个超即个范围安尼有一个光就对啦，佛光。咱在座咱点完书，就算讲头壳搁较光，迄暗时啊嘛袂讲，有一个佛光甲你围个有无？可能有啦，咱看无啦吼。咱这后壳咱大家肉眼凡胎无看到。啊，但是咧，后壳迄个时阵去，哎，哇，神龙，即个神佛来安尼，即有一个佛光，后壳就知影讲，哦，即胖唔是人，即应该是神佛，因为即那是鬼吼，应该起鸡毛皮，所以后壳想，即应该是神佛。啊，伊就讲话啊，伊讲带你去一个地方，你要不要去啊？我带你去一个所在，你要去无？啊，后壳就讲我要，我要，哎，我要去。伊讲要去，你抱好。啊，伊讲的时阵，伊无像讲咱发挥啊啥，神佛来报佛好有无？讲伊是某某神佛，咱才知影伊是谁嘛。但是这个神佛伊无讲伊是谁，后壳就知影讲哦，这南极老仙哦，南极老仙哦，伊无讲哦，啊，后壳就知影，是安怎会知影？有法跟人讲，这过去世有法要甲神王有缘哦。那像秘书讲，咱即阵登去厝，恁后生入来开门关门，你就知影讲这大个登来，二个登来，马边底下报备讲，我是大儿子，我现在要进门了哦，免啦，免报备啊。因为作熟个，你就知影伊这是恁后生，还是讲这陌生人，咱就知影清清楚楚，因为较早个缘嘛，对不？所以神王伊无讲伊是谁，但是有法就知影讲这神王。我、这个应该是讲过去世，后下要甲神王有一段缘。啊，神王讲要带后下去一个所在，后下就好啊，啊，就抱好啊，后下抱作案啊。因为我想讲，等你胖吼，怎直接对这个门安尼怎甲冲出来安尼？哦，应该是安尼。结果唔是，神王是怎直接对他门怎甲冲出来？哦，哈哈，诶，仙佛诶，妙法甲咱无同款，伊大鬼拢会用出来。结果一出来，你原本想讲应该是对这头，结果对这头就差真济啊。所以就出去我就惊到啊，惊到就想讲，哇，安尼唔是吓死死老呢？开玩笑，死老自杀会死哦，系啊，所以哇出去就会惊，目睭就磕掉诶，所以无看到。但是神龙迄我那算猪逼啦，伊就飞起来，伊嘛甲你安尼，互你坐掉诶，伊就安尼知影你阁抱会掉，伊就无管理就飞起来，啊，你飞得足紧诶。所以过一阵，咱有个人讲腾云驾雾哦。哦，做神佛后摆来腾云驾雾，我讲哦，迄介艰苦，唔好去腾云驾雾，因为迄速度伤紧哩啦，紧到哪啥呢？迄后下个目屎啊，流袂离啊，一直用飞安尼，因为速度足紧诶，风足透诶啊，啊，过来咧，伊你安尼速度飞过来，风袂输那刀啊，安尼甲你刮刮你诶肉，你会疼呢，会疼，爱疼过来咧，诶，空气输袂着啊。我咧飞伤紧，吸无空气，吸无空气，你又感觉哦，心脏愈来愈无力，原本伫胸口啊，慢慢怎跳出来，哦，心脏对袂调啊，对袂调，我就伫遐想讲啊，神龙主笔，我不爱去啊，我不爱去啊，我就手要放的时阵，神龙哪知影伊喏手，安怎刷落来，刷落来，啊，胸腔安尼甲挤的，挤的都有一迄个灵气啊，神龙的气啊，都灌入。啊，关起来，这心脏原本就对袂了，啊，就诶，啊，佫对起来呢，啊，然后跳起来，哇、哦，跳起来就发到呼吸啊，啊，发到呼吸就较在只看有哦，慢慢只看有，哦，看有这云啊，啊，这天哦，慢慢愈来愈光，诶，暗时啊，滴飞啊，但是愈来就愈光，规个光起来吼，啊，光起来金光闪闪，后下个目睭无法度看真远，啊，但是就金光闪闪，啊，过来飞到一个算一个所在，啊，也有一个。一个楼啊吼，安尼起哩，安尼差不多嘛是百外的台阶啊，啊起哩面顶遐有一个牌楼，哦一个牌啊安尼，啊神龙就讲到啊，安怎牵后下个手用行，哦背过迄个牌楼，啊后下就伫遐看，迄两边啊，两边拢有神佛徛，啊神佛吼，你讲迄古早人啊，现代人看袂出来，伊穿的吼，迄秘书嘛是有古早的武器，嘛是有。咱即阵咧，秘书手枪啊，是镭射枪嘛，是有诶。迄看起来都有型，对啊。可见，迄身份吼，迄超越古今，对啊。哦，看袂出来讲，迄种诶是较早古代还是现在？但是你要知影讲，哦，这武将，这武诶啦，这武将，哦，这
关关节的。啊，搁较远迄边哦，就看到讲哦，真侪道亲哦，因为咱一看就知影这道亲嘛。可见呢，有诶应该是拢道亲归空，归空伫遐排队，大家伫遐排队领牌啊啦，伫遐排队。哦，啊无就伫这边只群道伫遐咧功课拢有啦。啊有诶，啊未领牌啊，伫遐练佛规礼节嘛拢有哦。我伫遐门口伫遐咧。啊有啊，就先拢就开诶，啊就行过啊。我迄我那真样呢，因为你后摆转去吼，你会发现。所有的人拢伫遐排，你知道？哦，啊，你免队，你都行入去。哦，迄算，我那算很威风啊，很有威严的对啊啦。啊，行过了后，神龙就问有哈讲，你知影拄只只倒位无？啊，有哈就讲啊，南天门。哦，因为咱道场拢有安尼甲咱主笔过讲啊，这是南天门。啊，神龙点头，啊，点头了后，有哈仲欢喜。我咧欢喜啥？我咧想讲，哦，啊，我来道场嘛无几年。想袂到我修行的这个道行已经面对三宝啊，所以你欢喜这件代志啊。啊，我就跳过去问神龙讲：“哎，神龙，啊，咱过南天门唔是爱对三宝，啊是事实上是后学的，甲神龙顶讲：哎，神龙，你看我过南天门面对三宝呢。啊，神龙知影，神龙伊就笑笑来比伊家己啊。啊，后学知影讲：哦，原来是沾光啦，咱沾了神龙的光啦。”迄秘书讲，今日咱要去总统府，拄啊总统开你的手行入去，迄门口的卫兵敢会甲你抓落来？袂啦，伊都沾着总统的光啊！所以，想讲后学回去迄届无对三宝，而沾着神王的光，唔是后学受了好哦，是沾光啊！所以后摆咱回去，哦，较好的情形是沾光啊，就是讲咱对神父有信心，甲你有缘的神父来甲你接等，咱是毋较顺势对吗？啊，要安怎好神父来甲咱接等？伊发拢会想呢，我即阵已经想通啊。就是讲安怎呢？咱平常定定来佛堂啊、办桌啊，啥是咪定定来神父甲你就捌啦。啊，神父甲你变作好朋友，后摆你转去，伊敢要来甲你迎接，应该爱啊，是不是啊？所以平常咱甲来佛堂甲神父虽然看无，但是甲神父是结缘呐。这缘慢慢啊深，后摆你转去，伊就伫门口遐啊，这就捌咧。即个进来啊！啊，你若唔捌的咧，干那求过道，当然就爱。迄佛堂可能都无神父，甲你有熟嘛？你啊，你家己嘛无法度讲，甲多一个神父较有熟，是不是安尼？对吗？啊，后下你看吼，不然咱在座有人有家庭佛堂，啊，你看你佛堂供大个，哦，你可能后摆登去大盘，就即身甲你带登去。那是讲你佛堂拜南海古佛，后下就是南海古佛甲你接引登去啦。大部分拢安尼啦，带个神父甲你有缘嘛，安尼就是伊甲你接等个安尼。啊，后下底下佫继续背哦，过南天门了佫继续背。啊，背经过的所在叫做三官九口啦。那道亲捌听过其他登去天顶的有个人是去三官九口有无？哦，底下哦，什么官什么官，安怎靠安怎靠？啊，后下唔是去啊，后下过三官九口，佫较起里面顶有一个八卦院哦，功过院就对啊。哦，功果院，功过院有法去遐，还功德池啦，啊，背到遐才填落。啊，先拢填落来，伊就讲够啊，你手放，我就放落来，放落来看，我看，哦，你天顶甲咱世间无共款，差别伫倒，你知哦？先拢知影讲，登于天顶，当然这嘛是一种形象啊，但是借这个形象，才能显出天上的庄严。迄天顶啊，啥物款呢？迄土卡。纯金做的，正讲金啊做的，规个土脚全部拢金啊。哎，路嘞，路是啥物呢？玉啊，白色的玉啊做的，哎路，白色的啊，白色的玉啊，玉啊。我迄实在不得了，你知道嗎？迄就讲炸袂当来，那炸会当来吼吼。三四人拢免谈，安尼真正。迄就是讲，哦，你去到天顶吼，你若讲爱钱的，去到遐你就会放下。因为迄都无得比，你知道？你讲像王永庆这几十亿去到遐啊，迄算上善的哦。天顶就是安尼，大家拢富足的对啊。我、哦、要爱啥拢有。啊，遐在底下看，哦，这正手面那一个壁刀，金光闪闪的壁刀。我想讲，哇、哦，这是啥物？来甲望看卖啊！啊，走过望，啊一望，哎呦，啊这壁骨软的，你知道？那别说金啊软小小的呢，望来骨软，啊软，遐就退后来看卖，这是啥物啊？结果。伊熊熊怎压一只龙落？迄一只龙的头啊，啊金金的是伊的啥？胸骨啊，因为伤大只，后下看无咧。
伊个头是压安尼啊，向向压落。后下第一摆看到灵吼，我讲这怪物，所以然后就紧走哦。啊，神龙紧走，有怪物来啊！啊，神龙，哎，你卖掉惊，卖掉惊。伊讲这啊，这是功德树护法的天龙啦。哦，未输咱世间的讲哦，这都是啥神啦、啊？有哦，一种龙神有哦，啊是讲虎牙龙神那种的有哦。啊，底下来讲，伊也唔是虎牙，也是龙护法的天龙，正港的灵哦。我足庄严嘞，我足大只，迄头敢那头咱这粒基德公遮大，头鸟，迄粒头鸟就咱基德公遮大。所以你若看到一只狮啊呢，哦，敢那头咱基德公遮大只，你敢会惊？应该是会惊嘿。所以有法当然紧走啊，啊，神龙花才紧停诶，啊，正开始阁无啥敢去诶，因为想讲哇，这遮大只。结果神龙讲啊，你卖惊，因那是神佛啊，哦，咱诶护法神就对啊。用正手柄，这只金色的，就是看啥呢？咱做好代志，咱立愿啊，立善愿啊，行功了愿有无？出去度人啦、啊，是去功德打帮助道哦，这好代志的。这只金色的龙会甲咱保护，甲咱顾，甲咱看。用倒手柄，后下原本无看到，一比倒手柄，佫背一只青色的龙来。啊，青龙来，用倒手柄这只嘞。是监察咱哦，邪心邪念，恶心恶行，歹心歹念，等于讲啥做歹啦，哦，做遐无好诶，佮背一只青龙，啊，这两只龙无啥共啊，一只甲像狮仔头，一只迄个色吼甲像酷奇啊，人讲诶迄种较深迄色喎，迄看起来足歹，爱目睭啊避开看有哈哦，有哈个呢，原来咱算有做歹嘛，所以一看到对头壳顶诶脸甲脚手底。表示讲哦，迄正气足强咧，对不对？迄仙火护法神，迄正气足强。啊，神龙讲啊，你家对我入来，啊，就行入去。啊，迄、那个门吼，迄我那真奇特呢。迄门，咱世间呢起的厝拢对土卡起起来，对不对？天顶的厝吼，你若安尼看，未输拢对天顶落来。伊厝吼，迄面顶拢哦，拢足悬的啊，足悬的。咱安尼看，未输讲哦，规个对天顶落来的一个厝安尼。啊，实际上伊嘛是对土下起去，但是咱的感觉未输，哦，这拢对天顶垂下来的一个建筑物，所以天顶甲咱世间有一寡无共啊。啊，落入去，入去了后，后下才发现讲，外口看这个门是大是大，但是我咧想讲，佮安怎大嘛，未比外口较大嘛，是不是呢？咱讲基德宫真大，啊，基德宫佮安怎大嘛，未比咱这个门的外口佮较大，因为外口是归台湾啊，是不是呢？结果后下入去天顶都唔是安尼，后下入迄个门啊，后下一看，哇！啊，这个门太安尼，内底嘛是足大个呢，无量无边的呢啦，无穷无尽的呢，大甲你看无迄个尽头啊！所以天顶是安尼哦，你过一个门，啊，迄都阁换一个天就对啊啦，迄无同款，甲咱世间无同。咱世间想讲啊，那就差两步咯，等下阁过应该袂差将，天顶差将。哦，亲近无亲近，绝对无绝对，差足侪。你看的物件拢无同款。啊，入来功德池了后吼，迄、哦、就算较亲近的所在。内底真侪啥呢？迄有青阳旗的修道人啊，青阳旗的啊。咱知较早古早的迄种修道人，迄毛较长有啊，毛较长，你看会出来讲哦，因在拢苦修苦练，哎、欸，苦修苦练，规身躯拢毛安尼啊。哦，但是迄种的就是较早的修行啦。哦，啊，过来，佫行，啊，神龙就慈悲讲，咱求道有烧一张标文，叫做啥物？嘿，龙天表。啊，神龙慈悲讲啊，龙就是啥？外口这阴阳相融啦、啊，就是有护法神啦、啊。哦，啊，天叫啥物呢？天榜。咱毋是求道，有一个讲天榜挂号哦，天榜啦、啊。哦，就是讲这个。啊，过来咧，这个表就是表示讲咱世间这张纸。啊，这个。其实是足重要的。什么叫做龙天表？就是讲，第这张标本要有这种威神力，就是讲所有的诸天神佛要来护法。哦，第一啦，就是这张那要叫做超生了世的龙天表，第一就是要有护法神、诸天护法。第一，第二咧，伊就是要安怎三官大帝那边遐有他报道，有他注册啦，那叫做天榜挂号。哎，有通去天榜挂号啦。第三就是讲，咱世间这张纸内底爱有啥一代的名师，咱师尊师表的这个名，这张纸才算是龙天表。这三项拢爱
包含在内。所以有法度底下哦，看原来咱世间讲一张纸尔，伫天顶吼，即、這个书生会用分做三项来讲，就是讲天人甲地全部拢是爱互持的对啊啦。啊，入去了后，先生伊就知影，伊就讲啊，我知影你有疑问啊，你的疑问是讲哦、啊，我感觉我办到我那比人较诚心是安怎，我太比人别人较衰尾。哦，他去拄到这种哦车祸，伊讲啊，你也了解吼，讲逐项拢是安怎，有前因后果啦。后下这摆出车祸的因果是300年前做落来，三百年前后下是大陆人，啊大陆人后下，迄世吼算住伫渔村啊，渔村呐、啊、吼，啊算讲甲散差不多10多岁，就想要出来外口去讲。做工课探家，啊，招阮港庄的另外3个人，同齐出来外口做工课。啊，出来了后咧，你想诶，一个无技术，啊，搁无读册的人，你有法度做啥物？敢用做工做工，人迄叫啥？哦，劳动工啦，吼、哦，讲做苦力啦，哦，做迄种劳动诶，劳力诶。啊，就伫遐啊，但是迄趁无啥钱啊，所以只好咧，若有机会就去人偷啊，去人抢，去人骗。啊，迄个时阵伫遐过船啊，共接人过河啊，啊那啊，这就敢那一个人、两个人啊，就甲抢吼，所以迄世是做歹代志的吼、哦。啊，即世是做工师啦吼，啊，但是迄世是偷抢拐骗吼、哦，啊，就抓赚差不多十年了，就想讲啊，赚啊袂互掠着，啊无就卖搁做啊，就要倒来，啊要倒来。要回来当然就要分啊，分看这十年赚多少啊！一看哇，这安尼几啊千斤的金啊，那就想讲哇，安尼哪有法度装安怎？装修上好啊！所以许个心内底就有迄种，人讲的，你若看坏财，你就起杀心嘛。所以就雄雄就起来啊！你知道？像你看咱台湾即阵，你讲大乐透，我看嘛无，唔是讲啥物好代志。钓大乐透，我看到爱移民，你知道？因为让别人看到，赤目会甲你抬啊！哦，所以同款呢，后下去洗就是呢，哇，遮侪钱我都想要甲抬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想讲啊，同齐出来外口做歹啊，因啊，后摆去甲安怎，去甲告啊，我唔同掠去关。所以这第三件就是呢，讲惊，第二个原因就是惊去互伊安怎，甲翻盘啊！啊，所以伫转来的时阵啊，我就惊讲啊，好惊啊，无咱就暗时啊来分啊！所以上诶，暗时啊，游客，迄牌啊内底毋是找藏遐金啊，游客藏刀啊，啊藏刀啊，啊一出来就刣死两个，哦阿妈棍紧甲，哦刣死两个，啊另外一个惊着紧走啊，游客刚刚甲捉着了后，哎刚刚甲吊倒，吊死伫井啊内底，哦吊死伫井啊内底，啊迄世拄啊刣死这三个人，啊你看啊，讲有诶人讲哦，我业力。安尼业障足重诶，后下讲啊，较重可能嘛重未过后下啊，后下太过三个人，哦，这业力则是重。但是你讲过去世遐重，即世你敢无法度修得办到，嘛是会杀你啦。看你卖不卖尔啦，你有你修得用慢慢啊行啊，同款吼。啊，所以迄世太三个人了，我着甲所有诶钱安怎，我着拢全部摕倒来阮遐，啊，着变作好野人啊，好野人着过了较好康嘛。啊，就开始会讲起厝啦，哦，咱算讲咱家己的庙啊啦，是啥物啥，咱就甲翻修哦。所以大家就拢足感谢你啊，你就变作一个好人。但是我看，这好人大部分拢变歹人啦，就是讲好人会变作，哇，大部分都是因为曾经做过坏事，而且变好人嘛。哦，呵呵大部分啦，无一定讲绝对啦。所以咱在做，其实嘛无啥物好可耻啊。咱一定捌做过唔对的代志，但是咱卖阁做就死啊嘛。哦，改恶向善就是啊，所以迄世后来就变做怎开始做好代志啊。但是到50几岁的时阵啊，逐暗困未去啊，日时啊食袂落，无食无困啊，当然一直散落啊，一直散落啊。阮迄阵的船长就来问讲啊，你是不是安怎？啊，伊就讲哦，啊，就我都食袂落，困未去。伊怎讲啊？安尼我介绍你去找倒来个老和尚，迄、那个和尚吼法力高强，伊会用帮人解决者，我就去找迄个老和尚。啊、老和尚，我问讲啊，你是不是有做过什么坏代志？我就甲讲啊，较早20几年前，捌人抢钱啊，搁捌人杀人安尼啦。啊，结果伊就讲啊，安尼你过去世，我们是过去人杀的这个业力，即阵要
要甲你报啊啦，啊你爱做功德，甲因超拔，哦安怎做？用啊，着诵经啊，做迄种法会啊，怎做三场即种诵经的法会？啊，诵经的法会做煞，其实咱心原来阁未安啊，阁去问讲，安尼着拢免行啊嘛？用无？你种诵经即种的吼，就是讲原本讨较够啊，你知道？行十万啊，安尼，你欠一千万先行十万啊，安尼啦，毋是讲总行啊，迄算讲该按耐者咧，安尼卖讨遮急。哦，所以诵经嘛是有效，但是咧无法度就近解脱，无法度。你上好的嘛是救解脱人的性命，你捌杀人，你就解脱伊的性命，安尼毋只是有法度就近。你敢若讲杀啊，你敢若诵经安尼袂，无法度行就对。啊，所以后来我就问讲，安尼要安怎才能行？伊讲你爱修行啊，你爱念经拜佛才有法解脱。所以后下就开始因为迄个老和尚开始修道就对啊。哦，啊修道。啊，后下因为迄世有修道的这种福报，所以过来当世投胎拢做人。我拢总即世三百年，甲即世是第七世，后下即世算第七世啦。三百年转七世，啊，即世是咱台湾。啊，过来咧，和后下台迄三个啊，两个台死的迄两个，因咧都万道心甲重，结果咧伫地狱道伫受苦，受三百年的苦。哦，三百年，三百年了，伊就放出来啊！另外，华吊死的迄、那个，迄、那个变作恶鬼了，就是咱一般讲的鬼啊，就对啊啦，变作鬼啊，伫个井啊内底呀，执着心较重，哦，三百年，还佫无法度轮回。啊，结果因放出来了后，三百年搞放出来，第一件代志要做啥物？恁太知，照理讲是安怎呢？伊三百年放出来，伊第一件代志应该是转世投胎啦。就是讲，伊用去转世投胎，但是咧，因为伊这口气放袂落来，伊认为讲，三百年前就是去互上好的朋友害，因才受三百年的苦，所以伊讨迄个灵机啊，要来讨后下的命，后下的命要先讨掉，因才要安怎，才要去转世投胎啦。所以因就开始去讨，从三百年前去我，三百年前迄个庄，吼、哦，啊去这个庄了后，过来咧。我讲哦，伊就转投胎去换去即种啊，啊，过来个，因个找来即种，因拢总找几年嘞？找十八年。哦，遐冤欠啊，找后下找十八年，才安怎对大陆找到台湾来？哦，所以各位在内，咱来了解哦，咱这个另外一个世界吼、哦，无咱台湾甲大陆这种差别啊。哦，咱即阵唔是讲两岸安怎？哦，好像拢互相安尼。有一种政治的隔阂，但是伫阴间来看吼，迄是一团和气，你知道？互相拢会通的，对吧？炸得三通啊，对吧？所以因冤欠的安怎过海来台，都要来讨后学。伫后学十八岁一年，因找到后学，都要讨命嘛。结果后学十八岁一年，拄到三百年前迄个老和尚。十八岁一年，迄个老和尚是啥呢？就是去落雨天去弄后学门迄个啦。迄、那个，阮迄个学长啊，哦，迄、那个是三百年前的老和尚，伊原来转世投胎来咱道场，安怎做工师？啊，因为咱道场有天命，伊转世投胎来咱道场做工师。啊，有学即世的报书是啥呢？那毋是有阴书有报书嘛？报书是啥呢？三百年前迄、那个船长，哦，报有学去找老和尚的迄、那个啦，迄、那个船长。啊，即世就是啥呢？就是迄个定都啊，迄、那个学长。哦，嗯，所以过去世因为有这种缘，所以这世才有看，就是因过去世把道后学来求道，这世嘛是同款，叫做因波书啦、哦。所以咱个因波书拢有较早，哦，不是三世，就是七世，安怎修道的这种缘分啦，吼、哦，嗯，好啊，大家会忝无？嗯，我后下看者，无咱个休困者啊，等下吼，后下尽量讲到五点，咱就做一个结束，安尼好不好？也讲声的对啊，所以外国人登那求道登去，虽然嘛是写咱汉文嘛，但是也容易哦。伊那个会向英文，伊就出英文的声，可以了解讲哦，这个是写什么。所以登去天顶拢袂叮当的对啊，你做什么拢清清楚楚。我喺天顶啊，设想做做到的，啊，伊就安尼，迄字家己也铺声的对啊，你看到迄字就有声。所以后下登去。
神翁安尼讲啊，伊讲啊，原本因就找着你个啊，啊，但是你已经拄着你个阴波师，就求道啊，求道了就带佛堂啊嘛，对不？然后就带佛堂，伊讲无想到你吼、哦，求道了竟然佫发心开始去度啦，啊，因为后下有伫度人，啊，佫有带佛堂，所以咧，佛法神就对伫后下边啊，就是讲咱神佛就对伫后下个边啊，因为后下。看到安尼，哦，这个袂歹，安尼，许下就有听说，就甲讲者，就往甲度安尼嘛，做爱度人。伊讲，因为你定定安尼，啊无就是直接甲老师神父讲，啊神父，我要去度什么人，我要去度什么人，所以神父拢一直派佛法神对伫许下个边啊。所以这足重要的呢。咱道场吼，就是讲啥呢？唔是讲哦，我是什么大神，我是什么佛祖转世投胎，咱道场无咧讲这，咱道场咧讲啥？讲哦，人这个道亲，人安怎做有啊？伊愿意去做啥？咱叫做愿力嘛，愿力啦。就是讲看你要做啥，你有去做，其实甲你有这个因缘的神佛就来甲你帮助。迄种我过去是啥物佛祖，迄无关系啦。但是咱台湾即阵吼，人讲得乱就是乱这点。迄大家拢讲哦，伊是啥物佛祖投胎，伊是啥物人来，啥物人来。我那这可能拢网络啊，迄款这样卖个信，迄种骗人的啦。因为正讲的神佛天律来的天顶的这个戒律来的，有一条就是讲未使讲你是什么出身呢？你若一讲，就是表示安怎要回去啊？然后你若讲，你就是要回去啊，未使讲就对啊啦。一讲，你就是要回去。所以遐安尼一直讲的迄个表示讲啥？啊未死，啊搁一直讲，啊就表示讲这种骗人。有爱强调这一点，这上天。白羊旗的戒律内底有这条，哦啊，但是真侪人佫会安尼讲，讲伊是某某神佛来转世，这是啥物？这有两下就是考验咱的智慧啦，哦，各位真呢，大家要去分别，吼，哦，这内底有一挂差别，哦。啊，神翁佫继续讲了呀，伊就讲，啊，原本因找到你，就是要安怎，要讨你的命，你唔拿一世出车祸死掉去，你后一世吼，哦，头壳顶头壳会断去，佫后世。你可以用吊死，拢总爱三死人啊！有啊，用注定三死拢会真歹死的，对吧？所以若要比惨，有啊比过一阵的拢较惨。但是咧，神龙爷往那做比，讲但是念伫你伫道场修道办道哦，因为有啊伫道场这几年，讲往那算有淡薄啊诚心啦。所以咧，都互你三死的因果伫病院这三天，安怎？互你现出来，互你感觉得安尼就好啊。所以这正讲是天文书对啊，无咱就爱行三世的命呢。结果咧，神龙讲啊，讲因为因这个三个冤欠，因就感觉讲安尼无公平啊。就算讲我杀伊啊，因原谅我，但是因伫地府受三百年的痛苦，我拢无受着，安尼因感觉无公平啊。所以神龙伊嘛主持讲好，安尼啊无就是安怎，和你死罪可免，但是活罪咧难逃伫病院。是有三天的痛苦，感觉什么叫做地狱，什么叫做恶鬼道。先我讲讲，你伫病院啊，每个时辰都差了两点钟就对啊啦。每个时辰拢爱受刀割拉喉的这种痛苦，伊来换药，大概拢袂输个头去用剁断伊同款啊。用，互你知影讲，你若对落入去地狱啊，就是这尼啊可怜凄惨，一天爱死十二摆呢，一天死十二摆啊无。无记的就对啦，一直重复，一直重复，三百年搞你才有看出来。哦，你看有可能，确实哦。有啊，个干那三天我都挡袂掉啊。过来，神龙讲讲，你唔管呼吸啦，还是喝水啊，拢袂输去有血对脑后烧到腹肚内底，互你知影，那是堕入恶鬼道啊，那是变作恶鬼啊，变作鬼啊，就是这尼啊可怜，这尼啊凄惨。啊，神龙佫讲，你刚刚伫暗时啊十一点的时候才有看休困。我讲无啊，我才有休困，我规工从白日文床顶才有通休困。因为有暗时啊十一点的时候，迄护士会来给你煮消炎药啊，煮嘞差不多十外分钟袂痛。我讲嘿，是安怎嘞？伊讲啊，这啊，十一点是恶鬼道食饭的时间，所以和你休息十分钟啊，和你煮消炎药休息十分钟啊。另外，迄报应拢是就是安尼啦，你叫对的就对啊。啊，你去想。和你休困，安尼敢有较爽快？其实无呢。你看哦，你若无休，你就规工拢伫遐苦，你就袂去想啊，你知道？就是有休即十分钟，安尼就大条啊。一工有24点钟，一点钟60分钟，
结果拢总一天有偌济，1440分钟呢。你规天拢伫遐咧想吼，当时可会用住一支啊，当时可会用住一支啊，袂输那钓人讲的食毛灰共款的呢。确实真可怜呐，有啊，迄个时阵真可怜。哦，啊，过来，神龙安尼讲啊，有啊，才知影讲哦，确实咱大家人修道吼，咱平安拢是占着啥？天恩殊德啊！哦，你卖想讲哦，安尼范讲师你也出车祸，我太拢未拄着，你这种话干卖想？拄着有两下，那比我后下搁较大条，你要安怎行？对不？所以咱心内底卖想讲，卖去人羡慕讲，哇，怎么范讲师有这种经历？因为我咧讲，我死三工诶，对不？死三工拢总死几回啊？是不是啊？36回啊，这真痛苦的代志呢。这不是讲哦，遐尼啊，哦诶、啊。神龙就讲，因为你伫道场，佮有你修道办，所以啊，互你三世因果，当即三工都安尼行啊。啊，神龙讲叫后下佮对镜，啊，后下就足感恩的跪落来，甲神龙磕响头，然后对我来，啊，讲咱大家人求道，天顶拢会种一蕊鲜花啊，哦、啊，就是讲，就是莲花安尼，拢会种一蕊花。啊，神龙讲要带后下去看莲花池，啊，我就去看。哦，啊，神龙莲花伫倒位，啊，神龙伫遮，我就看。透火根本就无火，拢安尼一条一条安尼啦，袂像咱安尼插一支一支安尼。啊，面顶有夹牌啊，啊牌啊面顶就写哦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哪一时啊，当时哦啊过来隐师、宝师、点传师，过来佛堂，过来上下骹写求道人的名，咱求道的名，过来下骹够署名哦，有的是写啥哦，写监班院长啦、啊，有的写三啊哦什么像什么日游神啦、啊，有的写道士灵童啊。就是讲，什么身份写起来啊，拢会写得着哦，迄面顶拢写个清清楚楚。哎、啊，我伫遐看，我都真惊哦。啊，神龙啊，你唔是讲有莲花，他也拢无莲花。啊，神龙讲啥呢？伊讲这啊，像这敢那挂牌啊，这吼，就是敢那求过道，但是拢无来佛堂接近，所以因无了解三宝，无了解自性，无了解灵性，无了解天命，不了解啦，所以无了解，因敢那安怎结缘啦？哦，就是讲用超脱一拜一劫安尼尔啦，哦，超生了时间超一劫尔啦，安尼等于讲结缘啊，无菜去就对啊。哎呦，我看这样哪会惊你知道？像我安尼看过，可能我那有几十万人，拢安尼挂牌啊尔。啊，所以后下我那真烦恼讲，哎呦啊，我可能嘛是干那挂牌啊尔。啊，后下就问先龙讲，先龙我想要看莲花。啊，事实上我是问先龙讲，哎，先龙啊，我敢有莲花安尼？但是咱拍摄安尼问，所以我问神龙讲，我想要看莲花。啊，神龙知影，伊讲有啦。哎、欸，怎安尼哦？伊个拐杖啊，安尼顶一下吼。有哈嘛无惊咯，但是咧，原本即大家唔是全部拢像这安尼挂牌安尼，安尼顶一下怎都变啦，规个全部拢啥呢？种莲花，对家一直到天边安尼，哇，全部拢莲花啦，规个拢变作莲花池，我香味安尼足香的安尼啦。啊，神龙在底下安尼。拿一蕊起来、哦、啊多大蕊呢这大蕊、哦、这是后学的、哦、所以过一阵子不要去想说、哦啊、不知道有那么大蕊吗没啦、哦、这样这小蕊而已先拢、啊、拿起来洗、啊、他就说洗掉你的分别还、哦啊、你没分别的智慧先拢、哦、就在那洗、啊、洗这个念一段咒语才拿给后学后学鼻那种香味鼻下了人家说什么神清气爽后学感觉有这种效用哎，神清志明啊，规个用来拢清楚起来，闻到迄种香味，规个人拢清楚起来啊！啊，所以咱天顶迄种功德水吼，会使解脱业障啊，解脱咱的无明啊。咱平常做些烦恼啊，做紧张做安怎？天顶的水洗过，你就拢袂惊袂惊吓。啊，后下起迄类花起起来闻了，我才发现讲，哎、欸，奇怪呢。进前我的感觉是安怎呢？是神翁。哦，这慈悲的带我登于天顶嘛，所以我一直感谢神翁啊。闻了我才发现讲啊，唔是安尼啦，我原本就做，我就是住伫遮，我原本就天顶的人。我是安怎来咱世间啊？怎袂记哩安尼啦？去袂记哩？神翁说了，我说哦，原来我较早就是遮的人。这唔是干那后巷尔，咱各位真贤在座所有的人，全部拢对天顶来。哦，后摆咱回去，咱就知影。咱啊过迄个后摆莲花池的时候，咱去洗咱家己的莲台了，
就发现讲哦，原来大家拢是对天顶落来。啊，有啊，底下就看到讲哦，啊，我的莲花遮大蕊，啊，远远安尼看过吼，远远遐有一蕊啊，安尼都雄雄悬起来安尼，超三层楼，未输那一粒山的莲花安尼。我想讲哇，不得了，我这安尼，啊，迄、那个一粒山的莲花，哦，这毋知是多个大菩萨。所以有法就哇，一直要走起啊，要去看看这类莲花。啊，伫个水啦，迄莲花池啊，有法打落那沉落，你知道？啊，沉落，正开始会紧张啊，想讲哇，唔知淹死哦。结果神翁迄耳孔就伫我边啊，伊就讲啊，讲啊，你若想要起来，就会用起来。啊，有法就诶，安尼哦，啊，就想一个鸟，你敢若讲一个念头转变，有法就变伫打伫迄个花面顶啊。啊，安尼甲天边迄边，安尼照你讲，我那真远有哦。你敢若讲想讲啊，我要去，啊，就到啊。敢若想讲我要到，啊，就到啊呢。你安尼一个想，啊，就到啊。免讲像咱遮安尼真久安尼有哦。天顶拢免行哦，你想要到就到啊。哦，啊，我想着，啊，就已经到啊。我就问神翁，神翁，你帮我看迄蕊大蕊的莲花伫倒位？神翁就伫你的脚底，我伫遐看，诶，差不多面汤啊，遮大。啊，我就讲啊，神翁这是安怎？啊，神翁来，你来，你来，我就来。啊，来了后，神翁主笔讲，这啊，这类啊，是恁师尊啊，就是咱济公老师的莲台啊，咱活佛师尊的莲台啊。哦，有啊，足欢喜。因为是安怎讲呢？你看到人迄个德性，吼、哦，这尼啊，吼、哦，这尼啊威啊。咱若看到咱家己的这，咱就知影讲，哦，咱的德性足无够。但是你看到老师吼、哦，你就有迄种。感觉讲，哦，安尼特懂，对这特懂，哦，对咱老师哦，第一，我做主笔，所以神翁讲啊，伊讲，咱的灵性是平等的，所以每一个人的年代其实拢差不多，大小类差不多啦。老师咧，伊个累劫修行修几千年嘛，是靠安尼尔嘛，嘛无讲偌大，但是差别伫倒，每一个人的德性是无同的，德性无同款啦，就是讲感染力的人无同啦。那每一个咱求过道的，咱大家拢感谢天恩师德嘛。咱所有的大仙，嘛是拢感谢咱老师啊，给咱这个指点的恩德嘛。所以，伊若不管是大仙还是所有正道的，大家拢挖伫咱老师的莲台边啊，才变作一类叫做九品莲台。所以九品莲台是看德性来彰显，唔是讲哦，我修什么就变作九品莲台，唔是安尼哦。即阵咱台湾有诶是讲哦，伊诶法门变作九品莲台，啊，你这着修恁这叫做七品莲台，我看迄无妥当，迄可能你骗钱诶，吼、哦，诶，天顶你看无这种差别，看你诶德性，你德性彰显得越大，你诶莲花就愈大蕊。实际上毋是讲莲花大，你诶德性大啦。啊，这要安怎用印证咧？有法员工，咱世间大家都相信啦。你看咱在座，敢知影恁阿祖伊诶生日还是伊诶忌日？阿祖的要会记得无？阿祖的可能都袂记得啊。阿公可能要会记得嘛？是不是啊？所以唔才讲惊袂过三代啊？是不是啊？你惊孙啊，搁较牢固，惊袂过三代，香火就断去啊啦。虽然有滴甲你拜嘛，唔知影当时爱拜，哎呀、啊，变作公妈去啊，公的跟妈，哦，就是讲阿公阿妈安尼尔啦，是不是啊？对嘛？啊，咱讲讲别人的祖先，咱来去甲拜，有无？拢无吼，有呢。我都捌去拜别人的祖先，我捌拜韩信的祖先。咱老前人我都捌去甲拜，咱老前人甲咱也无共公妈是安怎咱会甲拜？因为德行庇荫着咱，是毋是啊？咱那个当作咱的祖先共款来拜，是毋是啊？对嘛？所以清明节大家拜望，啊，若有闲嘛是会去釜山甲咱老前人拜墓啊，对无？哎，毋是你的祖先，你才来拜。啊，因为伊成就啊，修道成就，所以众生感念伊。同款天顶嘛是同款，看莲台就是安尼看嘛。众生感念伊，你的对不？你的德行，你的莲花就大哦。安尼讲有较清楚不？哦，啊，过来神翁佫叫我后下继续行。正手边有莲花，倒手边嘞仙桃。迄仙桃有大粒有细粒的，大粒的仙桃差不多一半，一间的一半才大粒。迄天顶的仙桃，迄改良种的较大粒。咱这间这么大了，你想说哦，这等于这吃三年嘛，吃不了，这么大了，真的这么大了，那树啊，一类你就看到，奇怪啊，它是一粒仙桃这么大了。啊，以后就问仙翁说，啊仙翁，啊这是怎样，它有莲花又有仙桃？
啊，先生讲，莲花代表发心嘛，还是讲立愿啊，乐观啊，哦，叫做发心有莲花啊。但是你要了愿，你要行功叫啥？一粒果啦，哦，你要公园果满叫果啦。所以后摆咱回去要去天房的过程中，伊会看到莲花，佮会看到啥？仙桃，就知影讲咱家己的发心佮咱的德性有合无合。有的人莲花足大粒，但是咧，伊的啥？伊的仙桃一些些啦，哎，表示啥？哦，这个足好讲的，愿大果小啦，足好讲还蛮做。哦，等于天顶你就知影讲啊，后摆这可能嘛是安怎，佮袂知啦。啊，有的人虽然讲一条愿，但是也够真大粒。你表示啥？哦，这个呢，这个叫做守愿啦。哦，始终如一有哦。虽然讲敢若一条弯，但是伊嘛成就。所以咱你看，咱做真侪代志，拢会使成就。这等下后下再去讲。啊，过来，先拢着带后下去看天榜。较早后下求道的时候，我拢想讲天榜，我好天榜可能像这乌榜啊，安尼一个乌榜安尼尔。叫等于个天顶才知影讲天榜是一个所在。啊，天榜有偌大呢？哦，比咱台南市搁较大。哦，迄内底有巷有路，安尼比咱台南搁较大啦。后下你看我行无头，反正迄搁比咱台湾搁较大，比咱地球搁较大。迄敢若一个天榜无穷无尽，有够济个着对啊。所有修道人，会好做好做歹，拢伫天顶拢记。啊，后下落去啊，啊，神龙就讲，啊，这个内底藏的是你的功德，我后下足欢喜个，因为我想讲我可能无功德。哎呀，啊，唔知会出车祸，叫做神龙公有，你有功德。啊，后下的功德是用一个桥啊做的吼，金色的软桥、新民桥啊，迄种啊有。后摆咱大家等于看到的拢无同款，有的人可能看到烟头啊，有的看到啥拜殿啊有啊，像咱这拜殿有啊。啊，有的看到啥，像遐看到这烟啊嘛有啊，还是讲这轿子有啊。啊，佫有一种表示讲，你若看到这，表示你公完过万，看到莲台啦。哦，一个莲花有哦，莲花哦，和你卡徛嘛会使，和你卡坐嘛会使，迄表示你公园果满。大家人修行的程度无同款，等于看到的无同款。啊，有遐看到的是啥？迄、那个桥啊，啊桥啊面顶有写有遐个名，啊都入去啊，啊入去内底伫遐看哦，一张纸，大张的哦，金光闪闪只大张，啊写表文成就，表文成就，甲咱迄张表文一模一样。哦，表文只是变作放大版大张的，遐就开始变开啊。我面顶写啥呢？古早字，迄刻度文啊，古早的字有啊。所以后摆咱回去吼，看，迄袂晓读册，拢会变会晓读册。是安怎？迄天顶迄字吼，咱中国自较早到即阵的字，所有款的字拢有啦。哦，繁体、简体、古字、篆书、隶书，逐项拢有啦。啊，但是你看这种字，你阁袂讲啊？我都无读册，我看无袂。迄、那个字家己会布声。哦，登起伊个字也讲声的对啊，所以外国人登那求道登起，迄虽然嘛是写咱汉文嘛，但是伊也用伊哦，伊那敢会晓英文，伊就出英文的声，互伊了解讲哦，这个是写啥物。所以登起天顶拢袂叮当的对啊，你做啥物拢清清楚楚。我天顶啊，设想做做到的，啊，伊都安尼，迄字家己也铺声的对啊，你看到迄字就有声。所以后下登起。用伊哦，伊若敢会晓英文，伊就出英文的声，互伊了解讲，哦，这个是写啥物。所以等于天顶拢袂叮当的对啊，你做啥物拢清清楚楚。我喺天顶啊，设想做做到的，啊，伊就安尼，迄字家己会铺声的对啊，你看到迄字就有声。所以后下回去会晓看啥古早字啊、篆文甲刻度文，后下看有。啊，面顶就开始，面顶写啥呢？正开始头前遐哦，拢写。度化有功啊，就是当时你去度人啊，你去度人啊，人来求道，你就度化的功德。啊，过来后边佫现天呢，后边佫写啥？你去度人啊，伊无来求道，但是呢，安尼你就有劝化的功德。所以咱度人有两种功德哦。第一种就是讲，咱去度人，伊来求道，叫做度化的功德。啊，第二种呢，你可能较憨慢啊，口才较无好，所以讲度人，人拢讲无爱无爱。但是呢，你有去度人就好。你有去度人，功德就算你的。哦，在天顶看讲，有来求道，无来求道，是这个人的缘分啊。啊，有去做，无去做，是咱的功德啦，咱家己会用做的。安尼有了解吧？吼，天顶的功德有两种就对啊啦。一种就是讲，咱世间看有的，咱有写到的；另外一种，咱拢无注意的，天顶帮咱记。
哦，就是讲咱劝化的功德，天顶会帮咱记。你有法度去度人，你就尽量去度人。哦，免惊讲哦，安尼无结果。你只要去讲讲，天顶就记你一笔就对啦。过来后边阁有啥物功德呢？后边阁有啥呢？然后写一挂讲哦，咱布施的功德。像讲咱来道场，咱有捐钱啊，还是啥有哦？啊，面顶拢会死啊、哦。有啊，有一摆发挥啊，闭班了，我就再搬完回去啊。啊，等于伫半路都啊，看到一个道亲伫遐行，我就讲啊，要搭便车无？就起来怎对山顶路甲山卡？可能几百公尺尔，叫天顶就写哦。哦，代班发挥啊，你安尼捐偌济钱嘞？然后写0.2元呐、啊，两角银呐、啊。哦，迄张发挥你捐两角银的功德，安尼嘛是啊，就是上天看讲，哇、哦，你安尼顺头顺风车嘛，顺风车安尼撸来。才会油钱都要两角银，所以咧，就甲你记讲哦，你去捐两角。啊，佫有呢，这捐唔是讲干呐捐来佛堂才有功德哦。后下有一摆，巴肚枵去买便当，结果回来都要阮诶楼骹拍一只狗啊，拍地啊。啊，后下想讲哇，这狗啊看起来呐枵甲要死去啊，啊无甲饲好啊。迄、那个便当怎饲一只狗啊？这个后下拢袂记咧啊，天顶记啥呢？记迄届我饲一只狗啊，布施50元啦。所以不一定讲爱关了人哦，关了狗嘛会使呢。哦，喺天顶足公平就对啊啦。啊，过来，阁有像较早后下有滴打工啊，啊一点钟，或者讲我一点钟赚40元、啊，我来佛堂，因为要来佛堂，所以我要请假两点钟，啊等于我就了80元对吧？你了这80元，神父来帮你记，伊会甲你写讲哦，代工哦，你去上研究班啊，你就报死偌济80元银。哦，就是讲上天，你若讲今日爱来道场做工，哎，爱道场有活动，但是你爱去做工课有无？啊，你怎请假？啊，请假是毋是你就了，可能了1000元去啊？放心啦，上天就帮你记起来，变作功德财啦，功德财啦。讲哦，你即工你就是等于讲哦，你无去做工课，但是你来道场斗三工，同款甲你算发薪水啦。咱天顶嘛发1000元的薪水，互你叫你布施1000元。安尼有了解无？哦，所以上天足公平的就对啊啦。啊，咱后摆若要度人，咱就应共讲啊。啊，你看你佛堂的钱要赚，还是看对吧？看你要赚世间财，还是看要赚功德财啊？哎呀，功德财可能看无，但是天顶会帮咱暗记啊。哦，啊，过来够啥呢？即咱今日开班，咱是咪拜烟啊？啊，今日若轮到你调班，你才来拜烟啊？这种会变成服务啦，服务啦，这种。算是有一种功德啊，但是这种功德足少的就对啊，这算服务尔啦。都轮到你，你一定爱来做，你无做就变作无人做。所以这算是轮值，这种服务的功德尔。但是有一种功德真大，就是啥？今日明明都唔是轮到你，但是你提早来，提早来，才提早来拜烟啊，提早来整理佛堂哦，这种功德就大。安尼有了解吗？哦，就是讲。无人叫你爱去做，但是你用主动、自动、自发这种的功德叫做无畏施哦，这种较大，这种的在身份吼会帮你记起来。啊，有的咱来佛堂啦，今日来做啥，咱就记啥有哦。这种的可能身份就帮你直接用，看你记啥，伊就甲你记啥。所以较早后学哦，厝内底拢有一本簿啊，因为后学较散啊，我拢会写讲今日来佛堂捐偌济，今日做偌济，迄天顶竟然嘛是同款甲你记起来呢。哦，天清清楚楚，可见吼、哦，因为我较早唔相信讲真正有一个天啊，但是即阵就相信了，真讲天顶有，啊无咧，他有法度讲我直接写啥，天顶就写啥。哦，确实咱的天地人讲有神明啦，额头三丘安怎有神明，确实啦，确实。哦，啊，迄内底咱道场做啥物代志，哦，我后下你看拢有功德咧，后下内底讲吼。我有一摆板刀啊，板刀原本就爱学习打毛巾呐、啊，哦，咱伫门口共交代，叫伊刚困了伤晏，困伤晏，你去到佛堂，人就已经伫遐拢伫遐就位啊，啊，你就无代志做，我就互人进锁了，怎去？就遮佛堂啊，啊，拄啊楼骹，阮有三个求道人伫遐，啊，无人甲因陪因啊，我就讲啊，卖客气，来，食水果，食水果，哦，啊，就四个人都甲迄盘水果食了呢。我吃刷诶，超值讲师就讲啊，咱楼上半道就去了啊，因三个就去了。后下想讲啊，无代志啊，好啊，啊无水果也嚼了啊，来等。
所以后下去盖板刀去佛堂，第一无做打毛巾，第二无陪谈，无办道嘛，无伫后边。讲咱讲迄啥叫做护道拢无啦，唯一去迄届来佛堂做的就是啥，食水果。敢那食水果，尔叫做上天记后下讲，迄摆去佛堂食水果，安尼做道有功德。是安怎讲做道有功德？啊，你拄好无人交代，你甲伊交代着。哎呀，你都伫遐安尼都讲着，所以咱道场咱即阵有伫办道，大概成功了愿足简单嘞。啊，你伫外口吼、哦、要成功了愿足困难嘞。你讲观天幽香好啊，去外口天诶，有诶人诶，凡是伫拜神地诶有哦，底下比赛大只迄种诶，你讲观落去变做杀生去啊咧。啊，迄观愈侪，毋是杀业愈侪，是毋是啊？所以咱道场无杀，那这是较好诶。哎呦，我伫遐看哦，即种。功德真济，啊，就看甲足欢喜。啊，神龙就伫外口伫话讲，你出来，你出来。啊，后下就伫遐，原本出来头，我看到神龙头拢累累啊，想讲神龙救命恩人啊。啊，叫看到迄看看的时候，安怎？就举头啊，你知道？哦，我就想讲，哦，我功德袂少哦，哦，神龙我甲你平起平坐哦，啊，就举头啊。结果神龙讲，你卖欢喜，你卖欢喜，你有看到对面这边无？我一看，对面有一栋乌色的。三站楼，啊，神龙激动，内底用是你求道以来的罪过错啊！哦，你做歹代志，我的好代志是安尼，啊，歹代志是三站楼咧。哦，呵呵啊，神龙你嘛去看，有法就再来看。一楼内底写的拢是啥呢？一楼内底写的，因为时间嘛差不多啊，有法就讲在就好。一楼内底写的是咱修道吼，甲咱乐观有关系，立愿呐、啊。立愿了愿有无？咱就讲，咱有阵时来道场，啊，人可能有人出车祸啊啥，咱就要渡人有无？啊，大家有阵时讲，啊好，我渡一个，我渡两个，我渡五个有无？啊，你讲我渡五个，你就爱去渡，你若无去渡，这就变成立愿不了。上天在看这种愿力有两种，这种第一种就是瞎表文的愿力，你有瞎表言呢？每立一条愿，有两位护法神，哦。落一条弯，有两个护法神会甲你帮助就对啊啦。上天会派两个护法神甲你助道就对啊啦。啊，你若是讲立愿，啊，佮另外一种就是讲随口诶，那是讲咱出口成愿有无？这种就是讲你嘴到讲诶，这种愿变作讲神佛，伊就是讲你要佮会记咧，你的意念有迄种善念，甲天上会用通诶时阵，护法神才会对。啊，你若等你即个意念无啊，护法神就走。哦，嘛是有差别的对啊。咱讲这个愿力有哦，有的人讲啊，我有愿力就好啊，我不一定爱千口有哦。千口我食菜就好啊，我不一定爱落千口愿有哦。迄不一定哦。你若有立千口愿，起码护法神甲你对。但是你若无立千口愿呢，但有一天你无想要食菜，迄就无啊。哦，迄无共款的对啊，这种嘛是有差。啊，内底后下看吼、哦，一楼内底立愿不了的个有，啊，佮另外一条嘞。另外一条人道未全那个，就是讲咱人道尽了无好，对家己的父母要阁恶业啦。来道场虽然讲哦做尽心的有，啊回去就冤家，哦这种也袂使的哦，天顶你看袂使的哦。所以咱过一阵呢，咱来道场回去嘛是安怎？啊做人好媳妇，做人好囝哦。你别讲哦来道场叫做讲师回去安怎？吼、哦，要甲爸爸妈妈拢安尼叫因听道理，安尼个用话袂使的哦。哦，咱道是人道哦。天道对人道开始修，所以咱唔管讲你是清修还是啥物，你等于都是爱友好父母。哦，咱道场是安尼，圣凡爱兼顾的对啊啦。哦，啊无这天顶会记一个人道未全那个。佮另外一点，就是让大家知影讲求道无简单。后下伫天顶看到，内底有两条狗，两条狗是啥啥呢？就是讲因答应后下要来求道，结果无求。就是讲未记哩，后下未记哩，你知无？无带因来求道啦。但是伊连讲好好，因要来求道啊，啊，后下无带因来，叫天顶讲记上来讲啊，这个人求道的机缘已经错失去啊，哦，这世人求道的缘无啊啦，伊后一摆求道的缘呢，也边写写十世，伊啊投胎转世转十摆了后，才有可能来求道。佮另外一个咧边写啥，投胎转世啊转三十世。伊要等三十岁，过去做牛、做马、做人，不管等三十岁了后，才有卡来求道。我有阿底下看看个卡灵手灵啊，因为咱即阵咱唔知影讲这个道遮尼啊尊贵啊。
啊，后来后学病好啊，我就想讲啊，安尼迄个时阵伫天顶看到，紧来找因嘛，紧带因来求道就好啊。啊，去到遐去找伊，无伫哩。因隔壁讲啊，你找伊要创？我啊，我想要带伊来阮佛堂拜拜。伊讲啊，袂赴啊啦，啊，迄、那个都出车祸死去啊，出车祸死去啊。另外一个搁去找赵干净死去啊。哎，甲一个大后学一岁，一个大后学两岁啊。但是咧，天顶看到讲过去啊，你知道？回来才知道两个都过身去了，啊，过身去他们又要求到了，要当十世到三十世，一世算三十年就好，啊，十世就要三百年，三百年才会遇到一个修道人，哦，这个实在不简单，所以我们说这时候要办道求道，哦，不那么简单啦，哦，啊，后来在天顶看的时候呢，跟大家做见证就对了，啊，再来，一楼里面，哦，就是都跟我们办道啦，天命有关的，二楼里面呢跟咱的佛规礼节有关系，哦，咱言行举止、佛规礼节有关系。啊，这部分哦，因为真济啊，拄好有真贤有帮学校整理一本册，啊，各位真贤有闲再去看一本册。啊，学校讲绝对袂使做的部分，好，大家就好啊。哦，绝对袂使做有几项，第一项，咱佛堂吼，咱佛堂是弥勒祖师的佛堂，弥勒祖师上大的愿力就是讲，不爱胎。众生啦，不杀生的对啊，不爱杀生，所以咱来佛堂吼，咱来尽想办法卖去杀生，安尼有了解吗？咱来佛堂，就算讲要摒扫，迄有迄带啥垃圾啦，有蜘蛛啦，尽量卖个拍死，扫扫的就好啊，扫出去外口，还是请出去外口。啊，那暗时啊，这佛堂开班班啊，真济点蚊啊香，但是咧塔门吼，你要开一旁啊，卖讲安尼，秘书讲一定要互因死安尼啦。袂使咧，咱佛堂，这是咱老母娘的佛堂，咱弥勒祖师的佛堂啊。弥勒祖师的愿力就是安尼，咱袂使杀生就对啊啦。啊，那已经杀生要安怎咧？就是讲，天顶你看吼，迄种灵的部分就是讲，你若放啊，规个人你甲拆散，拆做放啊，迄就是一个人安尼啦。你一个人遮大安尼啊，规个甲拆做放啊的灵魂，看超几万只安尼，就表示讲。几万只蚊啊，拄啊好一个人的灵魂，安尼啦，安尼有了解吗？所以咱人叫做全灵，蚊啊叫做残灵嘛，变作幼啊，安尼尔一挂。啊，伊幼幼啊，伊要安怎才能够变作人？伊要来做当家这个缘教有无？你啊，把这种几个人，可能有一万拜，伊都爱当一万拜了后，才能够变当来当做人的对啊。所以这你看讲天顶，你看哦，嘛是真慈悲啦。所以咱。哦，尽量来佛堂拢卖台，哦，安尼唔知道做会到无？那有法度，咱尽量做。啊，厨房呀，有加抓，有啥物有哦？咱尽量变好清气，都袂有加抓嘛。啊，菜啥该收的该变的变好，哦，卖讲安尼坑对呀，当然都可能生虫生啥安尼。好、哦，第一来佛堂卖杀生，第二来佛堂卖讲是非啊，人讲当地话啦，卖人讲，无都无。咱就卖讲，卖讲，大概就伫遐，人迄点专书讲啥讲啥，人点专书都无讲，拢伫讲，哦，这袂使，哦，那讲这個，咱后摆回去拢有一个处罚就对啊。啊，天顶你看讲，这种讲是非的人，伊安怎定你的罪过咧？伊就是讲，那是讲啊，咱有个人讲讲要讲人歹话，拢我甲你讲，我偷偷甲你讲，你唔好去甲别人讲哦，哦，是不是拢安尼嘛？但是这个就很好说的，这个大嘴鼓出来就哇死过来了，你虽然只跟一个人说而已，叫你说只算一条而已嘛，结果天顶你看不是这个很好宣传的出来，想要500个人知你这条狗就变成500条，你只说一句话啊就变500条、哦、所以来佛堂我们不要说人坏话、哦啊、互相要互相勉励、哦、我们都是一母之徒嘛，所以咱那讲啊，什么人做不好，什么人做不好，这定义是安怎？不尊师不重道呢？是安怎讲？咱你嫌咱老师袂晓教，啊，唔只讲会互相批评，对不？那变成不尊师不重道哦。所以天顶的看是安呢。啊，够一点，够一点，就是啥呢？咱来佛堂吼，佛堂唔好贪占佛堂的功德。什么叫贪占佛堂的功德？困倒定定来做，因为较早有法定来伫厨房。厨房有当时拢会剩真侪菜有无？真侪菜，大家拢安怎处理？啊，无就大家搬过来，就将关灯去啊！哎，拢无甲点文书讲嘞，这袂使的哦。安尼了解吗？咱佛堂的都是大家献出来啊，
现在佛堂要大家吃的，就算吃无了，迄嘛爱点软书，还是讲佛堂这边的单主讲啊，安尼咱就分正侪侪，大家有法多尽量退转去，安尼就无罪过。啊，若无讲，你怎直接讲退这秘书你偷退佛堂的物件，安尼袂使，安尼了解吧？哦，啊，搁有咱来佛堂嘛是同款，那是讲佛堂有当时有献果，还是献什么物件？迄是人献给佛堂的。咱有当时啊，咱来佛堂，咱拢大主大义就讲转送出去有啊。转送出去要人讲啊，讲者，人讲啊，咱这今日这届供果吼是带来真言献出来，哦啊，这届咱来感谢伊安尼，我安尼唔只无讲占着人的功德，无人拢认为讲是佛堂的功德。咱知影真侪道亲，有诶道亲吼，像我真爱民主，伊来道场做虾米代志，伊希望讲咱会甲报，你知无？啊，咱拢唔知影，都无人会去感谢着啊。然后变相考人，安尼无好，变相讲考验啦，安尼无好。哦，啊，二楼内底拢是像这啦，有规礼节啦，吼、哦。啊，到三楼诶，三楼内底就变作咱起心动念，愈有就对啊啦，愈关定愈有。啊，起心动念拢写啥呢？咱有阵时想贪想懒啦，啊，要讲害啦，要讲骗啦，天顶拢会记哦，哦，记较详细。哎呦，我伫遐看，看甲讲，哇，真艰苦。原来我嘛是安怎，罪过满身呐、啊，吼、哦。啊！神龙就伫遐话讲，你落来，你落来，我落来看到神龙，我都唔敢讲话，我都跪落来哭啊！啊，求神龙下罪啊！啊，神龙，你卖惊，你卖惊，今日和你看到这吼、個，是后黑的一个缘就对了啦。啊，神龙讲，伊讲，唔管是你看到你的功也好，还是你的过也好，哦，即阵你伫道场修到办到，啊，将来啊，功完过完，都一并拢甲你消掉就对了，还你本来的面目。啊，你若时进时退啊，三心两意嘞。你做什么因，你就爱受什么果，就是讲过去世有法把胎人，后世就爱现命。哦，就是讲这世因为有求道神佛庇佑嘛，已经脱过啊。但是后世咧，你若歹修后世，你就爱现，同款意思的对。啊，神龙主比讲三年了后，你有一个机缘，哦，会使甲这甲大家结缘就对啊啦。哦，啊，神龙安尼手一撒咧，有法讲慢慢啊，才对天顶落来。啊，落来啊，跪伫门窗顶哦。我哭到跪的这，迄等一下，人讲的鼻涕眼泪哦，流到跪，跪的啊，哦，迄可见，许法唔知啊，但是安尼一直拜一直跪就对啊。啊，当初神龙讲三年，许法嘛唔知影，一直到安怎呢？过三年了后，啊，这三年中间啊，一寡道亲知影讲哦，许法出车祸，啊，有一个经验啊，所以有当时也会去讲，但是真少人知影就对啊。结果三年一到。拄好咱台中遐正和佛堂，因讲要出一本仙佛显化专辑，啊，找药学去做。哦，我找药学讲啊，希望药学写出来。哎呀，写下来，结果一直到十月五号迄本才出来。啊，十月五号是啥物日子呢？药学出院迄天，拄好满三年。迄本出来拄好满三年。哦，这是来神翁神功，后壁才印。啊，过来咧。迄、那个刘君良刘讲师，咱知影《法医崇德》的主编嘛，咱编咱杂志的，伊就进前就先请小学去迄个中华迄边遐讲课，啊，就去遐讲，啊，小学就讲啊，先拢当作讲三年一个，啊，刘讲师伊就甲小学这段怎编伫后一期的啥，诶，一本《崇德法医崇德月刊》内底，《感应三千》内底，伊就先甲编入去。但是咱这订吼，咱这订杂志，大家拢是进前。一个月、两个月就先定讲这期的就对啊，拢先定，唔知啊嘛，大家拢唔知影讲这期是什么内容啊。叫刘讲师卡一通电话来讲，范讲师，足神奇的呢。过去吼，逐个月拢上济一摆6000本啊，平均差5000几本安尼。用这期几本你知哦？21500本，我无代志，加几倍，加4倍出来就对啊。哦，啊，伊就讲啊，凡事这就是讲神龙讲的，应该大家记。啊，因为就是安尼啊，所以后学慢慢的可能就较有机会出来道场，甲各位神人分享啊。哦，啊，这就是讲后学，对这个求道、修道、办道，以及出车祸、哦、退道啊、出车祸啊，甲今日的一场经过就对啊啦。哦，啊，嘛是算讲和各位神人做一个见证，和咱了解讲，咱道场常常你讲。哦，有三真啊，三真海味，呵呵三真啊，哪三真？道真、理真、天命真，嘿，都、就是这三项是真的啦。
我今日休学伫遮，会当甲各位前线做一个见证，做一个讲哦，保证讲啊，确实哦，神佛拢唔捌骗啦，拢是啥？咱伫骗神佛哦，嘿啊，天顶确实就有这种借力啊，有一个天啊，天顶的殊胜吼，确实足重庄严啊，神佛确实真慈悲啊，哦，真慈悲啊，大家咱若有法度，咱啊尽量去修，有法度去度人，咱就尽量去度人。啊，咱在座有真侪老菩萨，可能咱啊较无法度去度人，免紧。哦，咱尽量，咱的脾气啥，咱就爱安怎吞吞的调就对啊。我卖讲时大呢，乌白动脾气，这无明火啊，拢无法度就对安尼，对咱家己本身的德性无好啦。哦，啊，今日休学就讲到这，啊，各位在场敢有人有问题？有无？哈、啊？无明，大家一定爱成功哦！祝福大家，谢谢大家。也讲声的对啊，所以外国人登那求道登去，迄虽然嘛是写咱汉文嘛，但是也容易哦。伊那敢会晓英文，伊就出英文的声，可以了解讲哦，这个是写什么。所以登去天顶拢袂叮当的对啊，你做啥物拢清清楚楚。我喺天顶啊，设想做做到的，啊，伊就安尼，迄字家己会铺声的对啊，你看到迄字就有声。所以后下登去。